喂喂喂喂，test test。
各位嘉宾午安。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那现在时间是1:51哦，我的正前方正好有一个时钟。那距离我们开场的时间大概还有9分多哈、哦，我们预计是2点开始。那请大家尽速就座。那这个有好朋友，这个要相见欢一下，也稍微可以聊聊天。那我们距离时间就是9分钟。好，以上先跟大家报告。
各位贵宾大家好，很高兴今天下午大家都抽空来到这边来观赏跟聆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56，那因为这边场地的时间是非常的有限制的哈，所以我们估计在4分钟之后我们的论坛就正式开始。好，那现场已经到达现场的贵宾也麻烦您赶快找到您的位置，赶快就坐，谢谢大家，谢谢。先坐这里，先坐这里。各位嘉宾，我们现在今天的3位主讲人哦，都陆续到场了啊，我们也准备即将开始，那请大家这个先就定位。
哇，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啊，那个民众党的柯主席，我们大家鼓掌一下好了。让我们蓬荜生辉。好，那我们里长可以正式开始了吗？对，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好，那因为我们的根据我们去年哦办这场活动哦，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时事专题论坛的一个活动，那累积的经验就是去年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哦，去年有重复两位主讲人，我都知道那个记得去年有一些耽搁，所以我们今年把握时间哦。那我是我准备了这个今天大概一开始的这个针对今天时事论坛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好，跟大家先简单报告一下。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美国大选前叹息国际情势和两岸的这个关系，请到的是三位主讲嘉宾，等一下来介绍。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单位有如果喊到各位单位的话，请大家挥挥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北京清华大学台湾校友会的一个我们的校友们，请大家这个挥挥手哦，很多哈、哦，好，谢谢，欢迎你们，大家鼓掌。那第二个单位是建言会啊、哦，工商建言会大港湖联谊会的这个会员们，你们在哪里？好，大家也鼓掌。其实有很多重复哈、哦。那第三个单位是全国不动产啊、哦，你们在哪里？来，大家鼓掌。好像有这个全部重复的哈。第四个单位是台北市大安区青工会，来，大家鼓掌。好，好，谢谢各位。那我想去年哦，我们这个论坛哦，讲的主题是有关中共二十大，还有这个美国其中选举，还有台湾地方选举之后的这个两岸情势，还有在针对2023年的这个政治和经济展望的一个论坛哦，那当时引起的这个不少的轰动哦，特别我要提及这个亮哥那时候提及的这个两岸这个战争武统论的事情哦，其实那时候据说啊，这个引起的这个大街小巷的讨论之外啊，立法院隔天也是这个非常的热闹，大家针对这议题哦，非常的这个认真在质问这个国防部哦等等。好，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清华所办的论坛，其实邀请的都是极具分量好、哦、极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对于这个确实在这个社会上也是需要广为被讨论的一个议题好、哦、所以我们非常珍惜。那美国大选前叹息国际情势和两岸关系好、哦、那我想主要最近在这个整个全世界上，尤其是中美贸易战晋升到所谓的中美晶片战哦，以及这个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些战乱，包括俄乌战争，哦，甚至这个以哈冲突等等的。那近期又有所谓的南海冲突，哦，以及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些相关的议题，哦，那其实都是在左右着我们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发展，哦，不管是生态，不管是一些政治经济各方面，哦，那都值得我们来关切。那从两岸的关系来讲起，哦，就是包括最近有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个海巡这个渔船翻覆的这个事件啊，那中国从去年开始也是在这个亮哥所讲的这个事情之后，就不断的有军机哈、军舰啊、不断的骚扰这个边境的这个事件等等啊，那这些事情都引起了广泛的这个讨论跟关心啊，那甚至就是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边境的这个问题哦，所谓的中线的问题，好像中国也借此就是让这件事情不存在的这种论述哦。那所以今天这个议程还是跟大家报告，它有它的这个非常重要性跟我们看到今天这么多的来宾就知道大家都很关切。好，那我们看到下一页，就是有关今天的这个我们主讲嘉宾的介绍跟时间的安排哈。第一个是邱毅博士，好，第二个是郭正亮博士，第三个是蔡正元博士，时间各是40分钟。那后面有个综合座谈，所以我们中间准备的这个位置，这座谈的时间是30分钟，好，弹性5到10分钟。那座谈时间的规划是4:10到4:40哦。
那最后有一个闭幕谢词，合影留念，然后再来是结束时间，大概在4:50到5:00之间。好，这我都快速的带过去。好，那我想首先我第一个要介绍我们第一个主讲人哦，是我们的邱毅博士啊、哦。那大家鼓掌一下。那邱博士是康奈尔大学的这个博收研究哈，也是台湾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那他的经历是台湾经济研究所的这个董事啊，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董事啊，那中国文化大学的这个国际系的研究所的教授啊，还有中国文化大学两岸经济与产业合作中心的主任啊，那上海交大策略与危机管理研究所的教授兼所长啊，那曾任这个三届的这个立法委员啊，那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第四届啊，还有中国石油公司啊。哦，是第四届、抱歉，我看错了，我是根据您给我的这个人的资料啊、哦，一共四届，没有去查清楚，一共四届，特别再解释一下。好、哦，那啊，更早还有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这个研究员啊、哦，同时也是中国石油公司啊、哦、曾任董事。好、哦，那我们演讲时间是从2:10到2:50，好、哦，先跟您报告一下。那这个大概。在会议的规则上来讲话，我们最后、哦、会有工作人员举牌子、哦、在这个10分钟、5分钟、1分钟以及时间到的时候，各位都会在后面举牌，那请各位讲者特别注意一下、哦、那因为三位同时都到了，所以就顺便再介绍一下，这个下一位讲者是郭正亮郭博士、哦、这个大家也是都耳熟能详、哦、大家鼓掌。那正亮兄是这个台湾麻豆人、哦、那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还有国立台湾大学的学士硕士、哦、那最近在网络上，其实他、我想非常的红啊、哦，常常看到他、主持 各种这个，不管是 YouTube 还是上了各种政论节目、哦啊、包括什么亮点交锋啊、哦，亮剑台湾，甚至我也常看到跟伟汉的这个、下班和你聊、哦、这些活动、哦、常常听到他的这个论述。那郭博士他这个目前是以无党籍的身份参与政治的评论工作啊，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大学的这个副教授啊，那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和媒体评论人，那中国学会的这个理事长，那5到6届和第9届是三届的民主进步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好，那演讲时间一样是40分钟，从等一下2:50到3:30。好，那第三位是蔡正元。郑源博士、哦、是我们也是我们清华的杰出校友啊、哦哦，他是我、哦、是我们的，其实三位都是强棒，都是我们的主场了、哦、那特别很感谢郑源兄，每次都是在他的这个整个号召安排之下、哦、那他是台湾省云林县人啊、哦，那刚刚有讲过，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去北京清华大学念博士班嘛哈。哦啊、哦，忘记了，对，2014啊、哦，对，好、哦，所以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那哥伦比亚大学啊、哦，这也是优秀的学府，全美排名也是前几的，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硕士，啊、哦，政大的气管所硕士，啊、哦，那时间是这个3:30到4:10，啊、哦，一样跟大家报告一下时间，那郑源兄他在这个之前就是国大代表。好，那同时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中央文工会的副主任，然后2000年的时候任联销总统竞选团队的这个总部发言人，那在2002年到2016年也担任了5、6、7、8、4届的立法委员，哦，所以刚刚三位的主讲人都有这个很丰富的这个担任这个问政的经验。哦、然后2002年担任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哦、然后2014年加入连胜文团队任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哦、那2016年出任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及发言人，2018年是担任国会政党联盟第一任的这个总顾问。那总之我要特别讲的是，三位的这个主讲人都有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都有丰富的学识，还有这个犀利的口才。跟这个思维逻辑非常非常的这个周敏、哦、所以在论证上面来讲的话，绝对对于
不管是执政党还是说整个朝野情况，他们都有一定的建树，我们要非常肯定他们的这个对于我们社会不管是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这个贡献，我们再次鼓掌欢迎他们三个主讲人。好，那我想在开始之前，我想请我们的这个荣誉理事长李祖嘉女士为我们讲几句话，然后再正式开始，请李理事长。三位主讲人，我们最重磅的主讲人啊，这是我们今年清华的第一场大戏，非常感谢三位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副理事长，柯主席，我们所有我们协办单位的主管们，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清华大学台湾校友会。我们办的活动一向是本着知性、感性、知识性、教育性跟前瞻性。那么今天的活动呢，我想兼具了教育性，兼具了前瞻性啊，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有知性啊，那么其实也有感性，但这感性跟你们认知的不同，这感叹哈、啊，感叹什么？我们待会就会揭晓。那在这个活动。去年办的时候得到非常大的回响，实际上台湾的回响以外，大陆那边我是得到清华大学的教授们还有领导们校长副校长回馈给我，他们揭露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回馈给我什么蔡正元，尤其蔡正元，因为蔡正元还是我们清华的博士，法学博士，那学校就非常看重。那秋毅去年有了没有来啊？去年你为什么没有来？太对不起我们了，所以今年要补。那郭正亮博士大家就不用提了，他这个两岸是大红人啊、哦，这三位都是两岸的最红的政治评论家。那么从学校反馈回来，我就得到一个讯息：我们在台湾校友会的一举一动，学校非常非常的重视。啊，时刻关怀，而且我们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大陆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大清帝国北大荒啊、哦。那为什么叫大清帝国？就因为我们两届的这个领导人都是清华大学毕业，那这一届的更是我们清华法学的博士啊、哦，习大大。那现在大陆这个已经跟台湾有点像是官不聊生啊。哦，所以他们很多很多被拉下马的补上去的都是清华大学。这一次我到学校，我们那个校长跟那个书记还跟我说，我们现在都来不及培养人啊，因为培养好了然后政府就拉过去了。所以我们在学校接触到的教授们，基本不管现址还是未来，都会是中国大陆的中流砥柱啊，或者是领导。尤其现在那个上海市的书记还是我们的前校长陈吉明哈，那陈吉明校长来过台湾三次，都是我们校友会接待，那所以对我们非常关怀。今天的节目非常重要，有那么多媒体和有直播有转播，将来还有录影，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三位重量的这个爱台湾，真正爱台湾的这个主讲人跟政治评论家。我们要待会儿仔细的听听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台湾。真正的爱台湾就像平常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的三位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和平，我们要下一代能够安居乐业不是为了逞自己一时口舌之便，然后陷全民于战乱之中。那我的话不多说，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大家来聆听最珍贵的演讲。那也祝在场的所有各位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事业顺利，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荣理事长。那我们时间就这个赶快先请这个邱毅邱博士。那我们时间是从2:15到好，你们谁帮我们控制时间？有谁会举牌吗？有哈，好好好好好。
各位贵宾哈，还有柯文哲柯主席，还有我的两位好兄弟好朋友蔡正元郭正亮哈，今天呢跟大家说实话哈，这个我当时在六年前在日本东京啊说了一句实话，我说依照我的研究啊，两岸最后的走向是武统开始合同结束，好，这句话完全是实话，这是依照两岸的形势，依照国际的局势，哦，这样吧，哦，好好好 ，OK， 其实差不多了，差不多，因为我一想，大家焦点在我身上了，我站在哪里是无所谓了，但是讲完了以后啊。在五年前吧，哈，在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的时候啊，当我的名字一出现在安全名单里面的时候，马上就引起排山倒海的攻击，啊，把我冠上一个叫武统论者，哈，这个把一个专业学者依照专业形式做客观分析的空间呐，都给剥夺掉了。好，这个也使得我对台湾的民粹这个事啊非常非常的失望啊。不过今天还是必须给大家说实话。两岸关系其实不是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中美之间的博弈。而中美的博弈受到国际情势的影响，从而它也影响到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不是全世界都在看台湾，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博弈。因为一旦中美博弈在台海出现了冲突，它所造成的就是世界性的经济金融的灾难，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今天主办单位定的这个题目非常的好，因为在今天演讲会之前的一个月，国际形势发生了好多好多的变化，而从明天开始又是一连串的变化。台电要涨电价平均11%，笃定引起滔天大祸。明天马英九要到大陆访问，8号会在北京跟习近平进行习马二会。二会到底会产生什么冲击、什么影响、什么后续？当然值得关注。而明天开始，台军也会在金门、小金门、大胆、二胆跟猛虎屿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而且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实弹射击是背对的厦门的，这一次的实弹射击是直接面对厦门，而且直接发射地对海的或者地对舰的火炮，就是直接对准着大陆的渔船、大陆的海警船、大陆的挖泥船，因为那个地方正在进行刘武店航道的疏浚。你认为大陆是吃素的吗？你对他做实弹射击，他不反应吗？这几天大陆的国防部跟国台办都有很严厉的说明，会不会引起更大的波澜呢？而至于国际上的变化，那更多了。莫斯科的音乐厅被恐攻，尽管 ISK 出来说他干的，可是普京跟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完全不信
他认为就是美国、英国跟乌克兰搞的，也利用这样的一种全民的愤怒，整个俄乌战争升级了。再加上联合国安理会14票通过，1票弃权，弃权的在美国，要求以哈战争马上停战休火。可是以色列根本不管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最可怜的是拜登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大家都在骂他，说他支持以色列搞大屠杀。可是以色列也怪他，为什么在联合国没有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去挺以色列。而至于在台湾又在自乱阵脚，为什么我说他自乱阵脚呢？台军的头邱国正，他的儿子的影片照片还有性交易的心得报告都出来了。怎么来的？整个的手法的运作跟罗志镇的案子很像，跟赵天麟的方式也很像，都是当事人有怪癖自拍，自拍以后不知道怎么搞的，照片影片就出来了。当然要怪自己了，他为什么寡人有疾喜欢自拍，自拍的结果自己叫承受嘛。可是如果看看其中确确实实有猫腻，他到底隐藏了什么？好，当然有些今天我真的没有时间讲到，因为大会只给我40分钟。不过还好后面有阿亮跟郑元兄啊。好，所以我说今天定这个题目非常的好，时机也很对，因为从明天过后，那就要发生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好，我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我一开始先跟大家谈大陆到底对统一存在什么样的态度。统一是大陆的目标，毋庸置疑。如果说没有统一作为目标，那大陆这个政权就维持不下去了。习近平现在是第三任，这第三任也坐不稳了，那更不要谈还有第四任的问题。现在大陆的整个网上，大家可能可以感受到那个武统的呼声震天价响。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统一当然是大陆的目标，没有这个统一目标，所谓的民族复兴就是假的。但是有目标没有用，有目标必得有策略。策略是什么呢？我把这个策略要分3种来谈。大陆可能有3种策略，3种策略可能独立存在，也可能综合运作。我讲这3个策略的时候，我就要先引述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杜鹃不啼的例子。杜鹃不啼的例子是套在日本战国时期3个最有名的人物的身上。当这3个重要人物遇到杜鹃不啼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第一个谈到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杜鹃不啼，德川家康怎么办？他就会等待一个机会。所以所谓的等不是不作为，等是在养精蓄锐，等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甚至自我创造时机，叫做等待。可是这个等呢，
也很可能成为一种不作为的借口。有时候作为一个高层的领导人，有时候顶为难的，因为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那怎么办呢？做要成本有风险，那不做呢？要被骂，要被抱怨，无法凝聚向心力，那怎么办？那就只好等啊，等一个机会啊。但是机会不是常有，机会来了也不见得把握得住，对不对？你走在路上有没有被竹竿砸到头过？有没有？阿亮有没有？郑源有没有？有。那郑源有，你有没有接下去的艳遇？没有啊。可是人家西门庆有啊。西门庆被竹竿扎到头，就马上勾搭上潘金莲了。好，牛顿被苹果扎到头，马上就有地心引力啊。所以你要看遇到机会的时候谁能把握。日本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叫做松田康辅，他最近说啊，习近平大概听了也会很难过了啊。他说啊，大陆喊统一跟当年的蒋介石喊反攻大陆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说啊，蒋介石时候，好，很多人年纪跟我差不多吧，哈，啊，这柯主席比我小一点，不过他应该也经历过那个时期。好，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在谈反攻大、反共抗俄啦，杀猪拔毛啦，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啊，李市长有吗？有哈，好，在那个时代里面最有名的口号是什么？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对不对？好啊，那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是真的，然后都等待着有一天。那时候我最喜欢看地图，哎呀，我都跟我爸爸说，你看这个地图，将来我领了一支军队，好，然后从台湾渡海，然后直博北京，好，然后我要怎么打怎么打怎么打。那时候就是被蒋介石感染了、大家都精阅中原啊，你知道吗？李登辉一开始在国统会时期，我做他的幕僚，李登辉那个时候也是要立足台湾啊，经营大中原啊，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蒋介石这一个刚才讲的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都在这个口号的熏陶之中嘛。可是我们等到今天，等待了几十年，从蒋介石到了蒋经国，到李登辉，到陈水扁，到马英九，到蔡英文，马上又变成赖清德了。经过了这么久，你还信这个话吗？你不信了。可是大陆现在也是每天告诉你，我们要统一，统一是我们民族复兴伟业里面先决条件，最重要的一环，对不对？如果大陆的统一走向了蒋介石化，那就会变成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认为有一点，我认为有一点，因为大陆会愿意为统一付出偌大的成本与庞大的风险吗？统一是要冒风险的，统一不是请客吃饭。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对于统一很容易流于蒋介石化，因为流于蒋介石化，你知道口号喊久了，人会麻痹的，人会麻木不仁的，那怎么办？所以蒋介石的时候就要给我们打激素，打什么激素？哇，1982年吴荣根驾驶的米格19
飞到台湾，哇，太棒了！那时候吴荣根是我们每一个人少爱时期的偶像啊。本来爱我的女生啊，看上吴荣根啊。他说吴荣根好了不起哦，好帅哦，驾着米格十九来，又年轻又帅，又领了一堆黄金。哎，吴荣根来了第二年又来了个孙天琴，对不对？那更厉害，他是米格二十一，把他改装的歼七的战斗机，那时候大陆的歼七是他王牌战机，好，跟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孙天琴一来台湾，马上官拜上校，还找了个音乐家，哎，才女，哎，才女兼美女李天慧给他做老婆，我看着就很不服气。好，那时候我正在念博士，我看着就很不服气，你孙天琴什么蛙哥啊？那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待遇？黄金也有，美女也有，还升官。好，那紧接着又来了，来了六个人。以卓长仁带队，在劫机飞到了韩国，然后到台湾来。卓长仁知道吧？啊、哦，卓长仁到台湾来以后没有多，后来涉入了一个绑架案，被判了死刑，对吧？这个就是当年在反攻大陆的口号下打的基数。德川家康当时在等待杜鹃啼的时候也打了很多基数啊，否则他底下的人早就鸟兽散了、啊、你不打基数就鸟兽散了、啊、所以你在过程里面，在等的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这么做嘛。所以你很多人在问我，马英九明天就要启程去大陆了，四月八号习近平要跟他洗马二会了，对不对？问我原因何在。第一个原因，他也是基数啊，对不对？因为大陆讲要统一，统一是一个进程，总得有进度啊。所以为什么选举的时候，哇，大陆疯狂的支持侯友宜，啊，希望国民党要赢，对不对？所以柯主席很倒霉啊，大陆根本没有支持过他，大陆支持侯友宜啊，哎，可是台湾媒体乱报一通啊。说大陆支持他，而且大陆支持的是侯友宜嘛，对不对？理事长，我没说错吧？啊，好。所以呢，可是大选的结果，国民党输了，所以这个基数没用了。所以大陆要找第二个基数啊，代表统一有进度啊，找谁？朱立伦是个聪明人，他跟我台大同事，他是一个精算师级的哈，哦，但是打算盘，哦，这是打算盘级的。就他觉得什么呢？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有没有可能习朱二会？有啊，因为2015年的时候，朱立伦跟习近平也会过，对不对？啊，哦，那时候以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会过，有没有可能习朱二会？有可能啊，所以找夏立言去争取一下。可是大陆觉得朱立伦不够看啊，还是马英九比较好，有号召力。记住哦，这一次的马英九的出访跟去年不同，去年是他想去回乡祭祖，今年是大陆邀的。国台办一开始就是邀他去西安，到陕西去祭拜皇陵，后来又说也邀他到北京要见老朋友，是这么来的。这是大陆主动邀的，原因何在？那就是我讲的第一种策略。好，我就讲第二种策略。第二种策略是丰臣秀吉的策略。杜鹃不提丰臣秀吉怎么办？怎么办？柯主席，哈，丰臣秀吉说杜鹃不提他怎么办？没有，原来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说杜鹃不提，要引诱他提，对不对？好，这个丰臣秀吉是非常有头脑的人。好，好，那怎么引诱他提呢？这个代表用谋略，
所以有些大陆的学者们就提了一个名词叫志同，好像很多上海复旦上海交大的教授就提了志同的名词，可是他们不是那么了解志同怎么操作。其实志同我们谈的五统开始合统结束是志同，我们谈的北平模式也是志同，我们谈的说要在经济上面我们采取，很多问我大陆会不会把 ECFA 废掉，绝对不会，但是会不会把 ECFA 里面的邮寄早收清单里面的很多的品项然后把它给剔除掉，当然有可能，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如果把人家当头一刀那就一刀毙命嘛。可是如果采临时知道吧，我一刀一刀刮我可以玩很多次嘛。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陆跟胡锡进啊碰面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环球时报的总编，很会吹。胡锡进就说，哎呀我们应该要找战机啊穿过台湾上空。我当场就跟他说，胡锡进啊你傻啊。好，我这人讲话很直啊，抱歉啊，所以很容易得罪权贵啊，不过在行没有人权贵啊，所以我讲话可以更直一点啊。我说不要想什么从台湾上空飞过去，我说怪不得你胡锡进很快要退休了，傻嘛，因为你从台湾上空飞过去你就玩这一次啦，那下一次怎么办，就没得玩了嘛。所以大陆一定采闹嘛，一定在闹嘛，一天到晚在台湾岛的四周闹嘛，闹嘛闹嘛，因为我闹可以慢慢往里闹，对不对，我可以玩一千次，我可以玩一万次，能够玩一千次一万次还是高手啊，我只能玩一次就挪死就破功，那就不是高手了吧。好，所以要问我 ECFA 会不会废，不会废，但是里面很多的品项会被删掉，但是他又告诉你可以来谈，谈了以后可以恢复，那就看你的本领了，你的能耐了，这也是一种所谓的丰臣秀吉模式嘛。好，那么现在大陆又找到一条路，213的金门水域的惨案给了他们一个启示，如果能够先占据海面上的管辖权，逐渐的往陆地逼近，然后从金门马祖再到澎湖再到台湾岛的各个的重要的据点，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大陆的渔船海警船军舰已经逐渐的出现在基隆新竹苗栗台中屏东宜兰花莲，都见到大陆的船舶的踪迹嘛。那这种情况就是他要先取得一个海上的管辖权嘛，然后逐渐的往里再推进嘛。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蚕食策略了。好，这个也算是丰臣秀吉他自统的一部分嘛。好，所以你要去了解大陆在想什么，好，他在玩什么。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接着要谈到大陆也会采取渔船为先，海警船次之，然后军舰压后嘛。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这就是所谓的丰臣秀吉的杜鹃不提我引诱他提嘛，这个叫做以不见得武了，他用海警船不算武，用渔船也不像武，
对不对？甚至大陆以前最擅长搞的四个字叫万船齐发，这个都不叫武哦，它都只在明的阶段，这个叫做多方面的极限施压，要逼你上谈判桌嘛，这是第二种嘛。第三种就是刚才柯主席讲那个手势砍掉，那个就是在丰臣秀吉之前最霸道的，差一点统一日本，后来被明治光秀造反，让他最后毁于一旦的织田信长。杜鹃不提织田信长，怎么让他提？免提了，他就把你干嘛？他就把杜鹃给杀了。这个就是织田信长的做法，而这个做法，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其实这个就是武统。大陆的武统又分两种，一种的武统就是一开始先用雷霆之势把你的机场港口全部干嘛，全部都把它给毁掉，所以台湾的海军没戏唱了，陆军飞机也飞不起来，而且以前我们说还可以在第一集之前我们先把一部分的飞机移到台湾的东海岸的花莲的加山基地以及台东的制航基地，现在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大陆的飞机船舰已经可以从北的宫古海峡，南的巴士海峡进到西太平洋，进入台湾的东海岸，所以没有什么躲在花莲加山基地、台东制航基地的问题了，那就是全岛进行所谓的歼灭战，然后紧接着就是进行斩首嘛，定点清除嘛，定点清除斩首行动以后，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啦，这战争就结束了。所以你要记得前天吧，丁余洲讲的话，不要太高估台军的战力，我们的心理建设根本不够啊。台湾哪些年轻人有像我们在澎湖马公那三个了不起的现代叶问，哪里找出来这三个人？他知道这三个人干了什么事吗？他们在新竹马公，在12月26号的凌晨一点多，他在一个色情娱乐的阅览店遇到了三个美国壮汉哦，三个美国壮汉都不是像我啦、阿亮啦、蔡正元这样的哦，三个美国壮汉都是比我们还高一个头了，全身都是肌肉的哦。结果你知道吗？他遇到了我们了不起的澎湖马公的三个年轻人，三对三，你知道谁赢？我们澎湖年轻人赢，好厉害！我现在问我说最崇拜的人是谁？我毫无疑问就这三个人，好，就这三个太厉害了，而且那三个美国人被打趴哦，警察来了，他们说我不要报案。警察说不行，你满头鲜血一定要报案，一报案就进了检察官那边，就进了法院，结果呢，一调查的结果说这三个人是美国的绿扁帽部队派到澎湖马公去训练台军不对称作战里面的格斗战技。哇，天哪，太厉害了哦！我觉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叶问第四集？有没有？有啊，叶问第四集，叶问让我们最热血沸腾的是他最后把美国海军陆战队那个格斗教练有没有打趴，对不对？哦，厉害，太厉害了，哦，我那时候崇拜叶问了，比他打赢泰森我觉得还高兴。结果我们这三个澎湖马公年轻人不但把他们打趴哦，他还满头是血哦，抱头鼠窜还不敢报案哦。那有人就替他们解释说，哎呀，因为他们是
偷偷的到台湾来帮我们训练台军的特别特战的战技格斗技术啊，所以不想声张，所以严守美国的纪律，这是狗屎话嘛？为什么叫狗屎话？我请问你，遵守美国的军纪会凌晨一点多还在越南店了？哈，越南店以前是我在抓那个陈泽兰的时候，陈泽兰最喜欢去越南店，大家知道吧？啊，很多人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越南店，还要劳烦我解释给他听什么叫越南店。好，哦，好，不能再讲下去，再讲去有带颜色了哈，哦。就你想想看，一个遵守美国纪律的三个特战教官，会跑晚上凌晨一点多跑到越南店去黑笔，有这种人吗？这个叫遵守军纪的吗？这个明白就告诉你们，他到台湾来就是要玩的嘛。我从小在高雄长大，我们高雄有酒吧一条街，对不对？哈，我当时也从小就幻想，有一天我一定要带着我的女朋友，在她面前把美国的大兵给她打趴。可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我心中的梦给这三个澎湖马公的年轻人实现了。所以现在问我最崇拜谁，就这三个人，我给他们一个名称叫做现代台湾叶问，太厉害了，比我原来印象中的叶问还要厉害。所以说武统的第一种模式，他就是采取速战速决，两三天之内没有解决，这个战争就会拖成像今天的俄乌战争。一旦拖成俄乌战争，美国不管你台湾人生死的，美国就是希望你台湾被打得稀巴烂最好。为什么？美国让你台湾被打得稀巴烂，他才能够诉诸他的国际，诉诸他的盟友，给大陆做经济制裁嘛。他的目的不是爱台湾，不是为了保护台湾，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削弱大陆的国力，来保障他的霸权地位嘛。因为他每天头脑都在想的是什么？修习底德陷阱嘛。一个新崛起的霸权最后一定会压倒传统的霸权嘛。而蔡英文跟赖清德最怕什么？最怕就是头上的那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嘛，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嘛？那现在这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可能是歼二零，也可能是天鹰的无人机，对不对？不知道是哪一个啊，所以还会怕啊。所以为什么宪兵营会突然间会扩大编组，一下子增加到11000人，原来才5600啊。为什么一下子扩编了一半？而且为什么有宪兵压力这么大，到最后执勤的时候自杀？你不要说他压力大，你也不要笑邱国正睡不着觉。我告诉你，你认为蔡英文睡得好吗？你认为赖清德睡得好吗？他们一样睡不着觉嘛，食不甘味，夜不安枕嘛。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如果要炒织田信长的这一招，就要干嘛？你就要快刀斩乱麻，要快速解决。不快速解决，就会变成俄乌战争。一旦变成俄乌战争，你要知道，经济制裁一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还有很大不同哦。俄罗斯有很多自然资源哦，中国大陆没有自然资源哦。俄罗斯到后来还可以跟欧洲国家谈判，要买我的天然气，用卢布，现用卢布交易，对不对？大陆没有哦，大陆没有这样的筹码哦。所以为什么今天大陆还在考虑最好以和平为上？就是因为他认为战争有风险，他认为战争要付出的成本很高，而且一旦发生战争，会不会把大陆经济发展的成果给断送掉？固然很多人都说大陆经济很好很好，
就如同蔡英文拿出的数据也说台湾的经济很好很好，历史上最好。可是真的了解大陆经济的 detail 状态的人都知道，因为大陆比别的国家多封控一年，它的整个经济受创的程度，尤其传统产业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是大陆现在他希望能够先把经济给复原，然后再来谈统一的问题。可是他能够把这个话讲那么白，给目前沸腾的民意来告诉他吗？不能嘛，他也不能跟台湾讲啊，所以只好干嘛？所以这时候只好让民间民粹横流。民粹横流的结果，它会使得你在中央做决策的人会在民粹的压力下失去了你的战略定力，你就很可能在冲动之下做出莽动的行为，而这个莽动的行为对大陆不见得是有利的。所以我刚才透过的这三个，一个是德川家康，一个是丰臣秀吉，还有一个是织田信长，我们大概了解大陆的脉络了。了解大陆的脉络之后，我们回来讲台湾。我很快的三分钟，剩下的就留给阿亮跟郑源。台湾自己自乱阵脚，这个时候你跑去一口气把电价调升平均11%，你不知道台湾整个社会大乱吗？你知道他为当年啊，2008年的时候，马英九的声望多高啊？那时候马英九的声望、民意支持度75%以上啊！大家都说他选的行政院长很好啊，刘兆玄啊，对不对？结果呢？一个油电双涨，涨幅比现在小很多哦。整个马英九政权腰斩，支持度腰斩，刘兆玄的内阁摇摇欲坠，所以后来的小林村灭村事件发生以后，整个刘兆玄内阁几乎是已经难以为续嘛。好，这个就是油电双涨发生的冲击。中央银行说电价调整 11%， 我们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只会上涨 0.27%。胡说八道嘛。我叫我的学生研究生去弄一弄，去忘了一下，利用IO table 就是投入产出表，哈，去 run 一下就知道了嘛。它会有连锁效果嘛，向前连锁，向后连锁，怎么会可能只涨0.27%呢？这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定很高。台湾已经连续三年我们的实质所得在下降。什么是实质所得？用物价水准去 deflate 平减你的名目收入之后叫实质所得。台湾的名目薪资有成长，但是如果 deflate 平减物价以后，实质所得在下降啊。可是你这时候电价上涨引发了全面的通货膨胀，你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实质所得降得更严重。好，降得更严重。我的时间到了，所以我要用最后的两句话要结束。这一种自乱阵脚，就是把台湾民众的那种愤恨啊，把它给激发出来嘛。因为你今天台电会亏，是因为什么？除了台电的人事成本太高，最重要的就是台电的发电跟购电成本太高，而发电购电成本太高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像民间买电的成本太高。为什么跟民间买电成本太高？
是来自于你蔡英文错误的能源政策。你不要核电啦、啊，你要去发展所谓的绿电啦、啊。可是台湾要发展绿电，台湾有这样的环境吗？你就变成是台湾大家把农地，然后把余温都改成了光电板，然后因为台电保证价格，他会用高价去买你的电，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充满油水的很肥的行业嘛，所以才会大家分食去抢嘛，因为抢了半天，最后黑道介入嘛，官商勾结嘛，官黑勾结嘛，权钱交易嘛，所以才会产生云豹的风波，所以才会产生台南的88枪嘛，这就是因为你的能源政策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嘛，而能源政策错误造成的结果，使得你今天台电发生严重的亏损，你今天再把这个严重的亏损丢给民众来共同承担，民众不愤怒吗？你当然愤怒嘛。所以说，今天台湾走到了这样的一条路，是大家要好好去思考，要不就把这个腐败的政权把它干嘛，把它给拉下来吧。你把它给拉下来，你就要选，你要找到对的人选吧。你把它拉下来，然后跟大陆好好的谈。我已经告诉你大陆的心思，他的想法了。他的想法，他也是想要以经济发展为重，而且最后再借你们2分钟哈。大陆想做一个世界和平的缔造者，他想尽他所谓的大国责任。你知道中国在世界上衰落已经200多年，大陆现在觉得他强了，终于站起来了，他想要做一个大国，名副其实的大国。而这个大国的目标在他感觉非常近了，为什么？因为他竟然促成了什叶派的头，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头伊朗，跟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头沙特阿拉伯竟然可以和解。很多人说啊，两个和解又怎样？我告诉你，什叶派跟逊尼派之间的仇恨，那叫做仇深似海啊。所以今天造成了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和解，然后从而又使得其他的逊尼派像阿联酋会愿意跟叙利亚也和解，是很难很难做到的。然后他现在派一个特使叫李辉，希望能够奔走俄罗斯、乌克兰跟欧洲，再促成俄乌战争可以停火。当然大陆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莫斯科的音乐厅的恐攻事件。好，这个恐攻事件发生以后，确确实实使得俄乌战争的和解越来越困难。但是你不能够忽略大陆想做一个世界和平缔造者的这种雄心壮志。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就好，灵魂拷问大家，当大陆想做一个世界和平的缔造者，他会为了台湾36000平方公里的一个岛，然后把他所做的所有世界和平的努力全部让他付诸流水吗？不会嘛，除非你台湾自己跑去干嘛。所以我最后今天呼吁一下，以前我们在金门、小金门或大胆、二胆或蒙古语在做实弹演习，当时的实弹，以前的实弹都是对台湾海峡，这一次不是，这次实弹演习是对哪里？是对厦门啊，就对着你现在的刘武店苏俊的航道。问题就在这里，现在还来得及，因为4月2号开始
如果现在赶快依循过去的和平模式，对不对？然后你说你在金门的实弹演习，你可以做实弹演习，但是不要对着厦门嘛，像以前一样嘛，你对着台湾海峡嘛，它就不是挑衅了嘛，这才是一个平衡性的做法。你如果一样对着厦门，那我问你，难道而且时间这么长哦，将近一个月哦，而且还说以后每个月都要来一次哦，那不是等于直接把大陆在那个区的渔船，把大陆在那个区的海警船、海监船、渔政船全部赶出这个区吗？那大陆肯吗？他也面对14亿的人民了，他肯吗？当然不肯啊。所以我们谈判就要懂得大家彼此干嘛，大家彼此要得到一个所谓的妥协解，我们叫做 equilibrium 的解，对不对？这时候你当然就必须要彼此各退一步嘛，彼此各让一步嘛。你如果硬要去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你首先掂一下自己的斤两，你是不是勇者？如果你不是勇者，你还要去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的结论就是干嘛？就是找所有的声明去跟为你陪葬嘛。如果真的发展到这个情况，你于心何忍？好，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哈。本来要跟大家谈很多，但是因为时间太短了哈，所以下面留给应该是阿亮还是郑源？好好，掌声鼓励啊！谢谢我们啊，邱毅邱博士。那我想很多的大家还是有很多问题哈，那那个我们等一下留在一起这个 Q&A， 我们时间非常紧凑，我也不多说。那我们现在赶快把时间交给下一棒亮哥，麻烦您了。帮你开投影片，就停在第一页就好了，时间有限。第一页有出来吗？其实我有做投影片啊，希望比较，我觉得是这样啊。现在的世界的局势啊，事实上是进入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啊，尤其是乌克兰跟台湾，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牵涉到历史的矛盾。俄罗斯不承认乌克兰他所认知的历史，那大陆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或台湾所认知的历史，所以逐渐的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大国政治在形成啊。这有一本新书啊，叫《强权的回归》，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啊，尤其是普京这新的这一任，2024到2030啊，可能就是世界秩序最不稳定的时候，因为他不承认。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个秩序会被改变到什么程度。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湾也是一样，他事实上也开始没收台湾认为的现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就是这本书啊，我们所认为的现状啊，事实上现在正被各种力量在逐渐改变啊。就是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哎，蔡英文改变了九二共识，那那个只是一个名称上的。那中国大陆现在改变的现状是，比如说他没收海域，那就直接控制你的岛屿；他开始没收空域，然后就控制你的空权。啊，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逐渐要面对。就这本书啊，这个人是 CNN 的资深的国际政治的主编，叫 Skuto， 他讲了一句很惊人的话，他认为2024年。的国际政治是回到1939年，那有的人认为是回到1913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事实上国际秩序高度不稳定啊，那就变成是强权他在计算他的计划，然后逐步的他开始推动他的战术跟行动，让你不得不就范。而且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越来越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
因为他们发现美国跟北约有它的限制。哦，我们用俄罗斯来讲啊，刚邱毅，我们那个邱毅兄啊，刚已经提到了莫斯科爆炸案之后，那你现在已经看到俄罗斯已经沿着奥德萨的线，沿着哈尔科夫的线，甚至成立内核部队要往上，要攻到基辅，全部都已经启动了。因为他认为北约这个时候刚好是一个军事上的空窗期啊，他难以回应啊。俄罗斯目前的军事预算已经高达 GDP 的 6%，这个是相当于美国在1980年代的国防预算6%啊，美国现在是3.4%啊。你去看英国，英国2.1%，法国1.9%，德国是1.5%。他制造的炮弹是美国加欧洲的3倍，所以他就要趁势扩大他的势力范围。那我跟你讲，中国大陆的思考方式，我觉得也非常接近。中国大陆事实上啊，认为时间对他本来是有利的，他本来也愿意，就是说两岸如果都可以和好相处啊，发展经济啊，社会的交流啊，那这个事情可以等啊。那怎么知道你蓝白会分裂呢？结果民进党又执政了。那民进党执政，也许他不能够搞出什么名堂啊，可是你怎么知道美国不会利用最后这几年来做出一些名堂？为什么？为什么美国必须做出一些名堂？因为美国即将进入军事的空窗期。美国在未来的5年，它的军舰的淘汰，会使得它严重落后中国大陆。这个观点是让舒淇讲过，就是说你如果到了2027左右，中国大陆的军舰会将近410艘。美国可能倒退变成350艘，而且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歼20逆中战机也成型了，搞不好连轰20都已经成型了。就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军事上的空窗期，你认为美国不知道吗？所以美国要不要不要让自己，我跟你讲，强权的思考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不要让最坏的局面出现的时候让我手忙脚乱，所以我必须在之前要制造一些状况，让中国大陆手忙脚乱。所以你看美国最近在忙什么？日本首相岸田4月11号要去美国国会演讲，带上了菲律宾，那日本就是要跟美国讨论美国军舰要放到日本造船厂进行维修的事情，因为它的造船能量不够啊，造船能量不够。那你也可以看到菲律宾，你会觉得这个国家怎么那么奇怪呢？老是在闹动静，也不会有任何成果，可是他已经持续闹了快1年了。那为什么他继续闹，他还是坚持下去呢？因为小马可是发现他这样闹，那经由他的国内的亲美的媒体的宣传，他的民调可以冲到65%。所以你用同样的逻辑去思考，赖清德如果要竞选连任，他不会这样干吗？不然以目前的整个时间是对中国大陆有利的。那赖清德要不要在4年内弄出一些动静，让下次的蓝白合即使成局也不容易推翻他？我说你的逻辑要倒过来想，我们去想一想时间啊。你去想一想啊，我立委卸任的时候，2020年啊，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是3300亿，今年加上特别预算是6000亿，这已经增加很多了。可是今年大陆的国防预算增加 7.5%， 它的国防预算仍然是台湾的12倍。之前3300亿的时候，大陆的国防预算是我们的17倍。这个状况已经多久了？这个状况已经长达20年。你去想想这个差距。那你再去看前面1996年，1996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李登辉第一次民选总统当选，那个时候美国开进来2艘航空母舰，
中国大陆无可奈何啊，因为美国跟大陆警告说你若打台湾啊，我一个小时内就摧毁你沿线的所有基地。96年这一天啊，被中国大陆视为国耻日啊。后来他就开始发展区域拒止、东风导弹系列，这个我们都知道嘛。你现在航母还敢进去吗？我们讲的是第一岛链，我认为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啊。我的意思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你整个形势才开始逆转啊。然后，中国大陆，我们如果从1996年那个时候来看台湾啊，我们台湾的 GDP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 40%。我们台湾去年的 GDP 是中国大陆的 4%。 中国大陆从明年开始就有11个省的 GDP 超过台湾，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想嘛。我跟你讲，大国在思考问题啊，不是冲动的。你去想想俄罗斯啊，俄罗斯2014年就把克里米亚吃掉了，他打乌克兰为什么拖了8年？因为他事实上不愿意打乌克兰啊，他是最后被迫打乌克兰啊。因为大家去了解那段历史，事实上2022年2月24号发生俄乌战争，2021年最后那6个月乌克兰在做什么事？他在跟美国谈如何加入北约啊，而且美国已经说他搞定了，梅克尔说他无能为力，梅克尔12月下台。我帮各位回忆一下这段历史啊。所以俄罗斯最后2022年2月14号决定攻打乌克兰，他事实上也不想打。你如果再往前看历史，他打了克里米亚之后，后来就跟法国、德国，大家就进来谈，我们签了一个明斯克协议，大家记不记得？可是始终无法落实啊，因为美国不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讨论台湾问题啊，你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两岸问题啊，你一定要把它理解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想，站在美国的角度想，怎样才是对他最有利的？你这样看才会准确，而且我是讲有利，而不是讲善意，因为我从来不信任价值外交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主要因素。我一直认为国际现实主义是主要的解释的因素。所以你去想啊，中国大陆最好的变局是什么？中国大陆当然它最好的局就是它继续壮大军力，然后把美国屏蔽在外，然后让他在第一岛链的缴获搞不出名堂来，然后就让时间慢慢等时间，等他做到第五艘航母的时候，然后歼20成队成到300架的时候，各种武力都到了一定的局面，那那个时候他大概就可以弄一个局面来跟台湾谈。可是美国当然也会看到这个局面啊，所以美国要坏你的局面啊。所以我认为啊，美国就是要从东海到台海到南海，尽早的拉出一条反中的线。而且这个局面我认为是越来越紧急啊，因为美国认为时不我与啊。美国事实上一直内部有两种声音啊，我坦白说啊，我也不是说美国人都是这么，我们也不好说国安专家叫邪恶啦啊，因为他就是不同思维嘛，啊，他是站在国家利益思考啊。有一派的人就是这样想，我要拉出一条从东海到台海到南海的反中连线，然后不断的让你中国大陆受到挑衅、挑拨，然后让你做出动作来反击，然后破坏你的国际形象。为什么他有这个把握？因为目前英语的国际话语权完全由美国主导。他认为他还做得到，而且亚洲的经济如果有动荡，那美国还是金融霸权，他还可以从中获利。所以我认为美国认为这个时间越早形成越好。可是美国国内越来越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一样的思考，他认为台海啊，如果真的导致冲突点真的战争发生，
美国是没有办法脱身的，那美国就会被卷入。那他们认为这场战争美国不一定会赢，那这个风险就很高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在台海战争被打败了，那大概韩国跟日本还有整个亚洲啊，它的威信就没有了。大家可以去看越南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在日内瓦巴黎协定签完之后就决定撤军，泰国就立刻跟美国说请你离开，我不要再让你设军事基地。所以美国有一派人事实上在思考一个新的思维的方向，他说我们不要被卷入。那如何确保我们不卷入？就是两岸的终局我跟大陆是共同完成的，那我美国还可以得分，而且还可以从中国那边拿到一笔不小的交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强权交易了。强权交易促成一个台湾可以跟中国大陆谈判的架构，那美国大家都觉得他做了一件好事啊，那他可以因为这样继续维持他在第一岛链的威信。我觉得已经有开始有人这样思考了，可是现在讯息是模糊的，所以美国你才会发现在选前啊，为什么会有三个学者在外交事务季刊写了文章，他说美国不要一天到晚都在想要吓阻中国，要 deterrence， 他说你不能只思考 deterrence， 你也要思考 reassurance， 再保证的问题。再保证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够让中国，你都是一直要压他，你还是必须要向中让中国相信你是愿意跟他在某一种条件下促成两岸的统一或者是整合的架构，这个叫再保证。我认为美国这种声音开始出现，开始出现。可是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在台湾没有人接这个球。事实上现在两岸最大的危机不是说美国没有再保证这一派，或者没有那个吓阻这一派，美国这两种声音都有。问题是我们台湾没有再保证这一派，国民党也不是，你不要以为国民党是啊。九二共识不是再保证啊，九二共识并不是两岸谈判的架构啊，不是啊，只是承认一中宪法这样而已啊。那至于两岸如何真正在政治上的架构上，在法律的架构上得到最后一个框架可以运作，没有主张啊。我认为这个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啊。你不要讲民进党，民进党肯定是没有嘛，民进党就希望不要在一起嘛，可是国民党也没有。那柯主席很抱歉，民众党也没有。因为两岸一家亲只是一种态度的表示，我愿意跟你和好，可是并不是法律框架。我们台湾就是缺乏一个推动两岸法律框架的一种运动，所以你没有办法出牌。我们现在没有出牌啊，事实上我们是当事人啊，我们应该有出牌权啊，可是我们台湾的政坛没有人在做这件事。因为你只要出，你要只要做这件事，你立刻变成中共同路人。这个就是台湾的民粹政治的悲哀啊。那这种民粹政治事实上它并不能够解释你如何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事实上它只是在骗自己啊。因为时间对中国大陆是有利的，你怎么可以这样无限耗下去呢？只因为你不信任中国，或者你没有能力，或者是你不相信，反正你就是拖着，拖着你就自以为这个问题不存在，事实上你是鸵鸟啊。可是你再让时间这样耗下去，最后就会到一个点上，台湾连出牌的能力都没有。重点在这里啊。所以我认为啊，为什么中国大陆难免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他发现台湾没有一个力量是愿意跟我做政治谈判的，所以为什么邀请了半天还是马英九去啊？朱立伦去能谈这个吗？
不可能的事啊。那他当然不可能去邀赖清德啊，这更不可能啊。所以他就是要让这一种政治谈判的动力存在，他实在是找不到人。可是我就是说，因为呢马英九已经卸任了，所以台湾这种力量就还是很微弱，所以中国大陆就必须要买保险。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保险，他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灰色地带作战。我就说他跟俄罗斯一样，他事实上都已经在改变现状。比如说金门撞船事件，他在干嘛？他就没收执法线啊，他就开始了，我就没收福建水域啊，那这个就意味着未来金门跟马祖就在我的手中啊。那接下来他会去没收东沙岛的水域，没收太平岛的水域，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海域的部分。这海域也不止这个、啊，因为随着他的军力的崛起啊，他还会做更多其他的事啊，比如说他就开始进入临近海域24海里啊，那空域他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啊，比如说你确定他的歼20从来没有进来台湾过吗？因为我们国防部公布的大陆的军机绕飞从来没有公布过歼20啊，我们国防部到底看得到看不到？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是认为还有包括无人机各式各样，我认为他现在就是实质在军事上没收你的海域跟空域，以便万一出现某一天他必须要使用。为什么他要买保险？因为台湾完全看不到他跟你政治谈判的对象，所以目前他要谈台湾的事情也只能够美国去获、啊、可是美国的主流力量不是这样、啊、那第二、啊、他也在 做另外一个保险。从去年11月开始，他开始在全世界各国只要涉及双边声明的时候，他都会要求在一个中国之后加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经济学人在一个月前有一期杂志，他统计了一下，说目前已经有28国的双边声明加上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他要加这个？因为他就是想说万一发生战争，他可以让这些国家不要说话，不要说话，这个就是内战。这个就好比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因为它的历史界定不一样，所以他就会去跟一些国家说请你不要介入。俄罗斯直到最近才跟乌克兰宣战、啊、因为他认定北约已经介入了。事实上前2年他都说这个叫做特别军事行动。你怎么知道中国大陆哪一天不会对台湾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啊、当他对海域空域控制到一定程度，当国际法律战他进行到了一定程度，他有把握的时候，他觉得有可台湾始终没有人愿意出来跟我提这个两岸统一的政治谈判这件事，那我只好自己丢球了。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真正的危机啊！我事实上我并不认为习近平这个时候急着要打台湾，因为他认为时间对他是有利的。GDP 也对他有利，我昨天还看了几个数字 啊，就觉得他认为对他是有利的。比如说你看到他的电动车的崛起、啊、手机华为最近也打败了半导体的框架等等、啊、军力的崛起让美国瞠目结舌。所以他在思考的是什么？他在思考的是不要让美国有机会进来搅局了，然后把民进党往上拉了，然后继续玩2028年连任的那个局。因为对民进党来讲，这个局从2026就开始了。民进党就是一个选举政党，所以你去想一想，民进党现在得票已经只剩下40了，他光是想一想2026年大概就要输了，那他不会认真努力吗？因为他只有一个专长啊，就是选举啊，所以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两岸的议题拉进来。所以我认为2026就会有两岸议题，你们不要以为是地方选举就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事实上我会常常鼓励啦，我说
包括我们柯主席啊，包括我们马英九、朱立伦，你们应该勇敢站出来，说我们代表60%，我们是代表60%非民进党思维的人。那我台独是没有路的啦，台独不会有结果的。可是两岸的政治架构要如何谈，要开始想这个问题。这个是60%的人认为民进党那是死路，可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像台湾很多人就是因为避战的原因没有支持民进党，或者认为两岸可以不要那么意识形态，所以支持了柯主席嘛，不是吗？可是这些人终究还是希望两岸最后要有一个框架出来啊！你不能永远只跟我讲说我愿意跟你一家亲啊，我愿意跟你做生意啊，我愿意跟你九二共识啊，这样是不够的。各位去想一想，你如果是习近平，你2027你就要卸任了，你凭什么当第四任？你难道不用说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还真希望他当第四任。他说我当第三任，那2027就是非常急迫。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这里还要骂美国几句。美国是真心认为台湾可以打吗？美国现在我们买的军购啊，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增加到6600亿，我们的军购有190亿美元，到现在美国还没给我们，我们已经付钱了。结果我去查交军品的时间 ，F-16V 是2026。前几天一件事令我更生气，说我们 F-16V 要买增程飞弹，要买50枚啊。结果这50枚增程飞弹要21亿台币，美国说你赶快订购啊，我们帮你下单给雷神。结果这50枚增程飞弹是2028年3月要交接，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认为美国真认为台湾可以打吗？不是吧？实际上，刚刚邱毅兄讲的是很对的。美国要的就是你所卷动的亚洲的一个纷扰的情境啊，他可以发动国际制裁啊，他要的是这个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他从来没有真心认为你台湾可以干嘛干嘛，他从来就是认为你台湾可以帮他 hold 住一些局面，然后方便他跟中国大陆做交易。可是我们最后的结论，我们最后的结果，难道要由美国人来帮我们定吗？我们要自己想，我们要自己去想，我们愿意跟中国大陆做什么样的政治框架？这个当然中国大陆会把它理解为和平统一了啊。所以我有时候跟大陆的朋友讲话，我就说，是啊，我是支持和平统一了，可是我的理解的内涵一定跟你不一样。可是这个才是正办，才是台湾啊真正要解决自己问题的负责任而且是有用的办法。你如果一直耗着，一直等，说我不要跟他接触，他太可怕了，他太大只了，他气场好强哦，看来好害怕。那我跟你讲啊，你时间拖越久对你越不利。因为大国就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讲，到最后大国如果真的是这个时代回来的 Return of Great Powers， 你事实上就是被他们交易掉。比如说最后乌克兰为什么会上谈判桌，就是美国同意了俄罗斯说乌克兰可以跟你谈了，那你同意一些我什么吧，所以俄罗斯一定要对美国做出其他的交易，那美国就决定不要理乌克兰了，事实上就是投降了。泽伦斯基如果到了那一天就是投降，如果他不听美国的话，他可能会被暗杀，或者政府会被改组，就是这样。我看国际政治历史就是这样，血迹斑斑啊，小国聪明啊，就要自己提出对自己有利的前途的答案，而且要及早想，而且用力的跟国际讲，说我有主张，啊，我有主张，我可以自己来。也许我没有办法完全决定，可是你如果没有主张，
那对不起，最后都是大伙决定。好，我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这个亮哥非常的这个节省时间哈、特别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啊，那个亮哥为了这个我们这次清华的演讲啊。在金厦水域发生冲突的时候，有朋友问我，他说赵春山教授说我们现在两岸很危险，会爆发战争，问我的意见。我给他的答案是绝对不会。最近有人问我说该不该移民，美国大选之前会不会爆发战争，我的答案是绝对不会。那为什么我会这么笃定？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在去年习近平去旧金山参加 APEC 顺便跟拜登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开出账单，拜登还没买单，交易还没完成，没有完成就表示既不会产生冲突，也不会怎么样发生矛盾，继续谈判。到底习近平开出什么账单？习近平亲口跟拜登讲，请你支持我的和平统一，你要什么？拜登有没有驳斥？没有。有没有说不要？没有。有没有说接受？没有。他的答案是 Let me think about it。 换句话说，这个交易正在进行中，一方面开条件，一方面杀价，会不会成不知道。但是正因为两方面在谈条件，你说习近平有理由开战吗？没有。所以金厦水域他即使再怎么样也只能用别的方式去宣泄。哎呀，我海警船开来一下晃一晃，哎，我这个弄个两条渔船啊，到澎湖去弄一弄，告诉大陆老百姓我已经没收了台湾的禁限制水域，那是在骗大陆老百姓。你又不能整天把一条船摆在那边，对不对？你偶尔来晃一下，欢迎光临，对不对？哎，送客。换句话说，这只是一种安抚民意的做法，就像他邀请马英九去北京访问一样，也是在安抚大陆民意，因为大陆的对台的敌意空前高涨，但是还没有到最高涨的时候。而缓和大陆的民意是现在作为一个领导人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回过来基本面，我跟阿亮一样，我们同一个派系的，我们都相信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就是你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你的国家实力是什么。没有实力，只想要一个目标，就跟蒋介石话啊，刚才那个我们啊，焦裕教授讲的，蒋介石话，反攻大陆好喊个老半天就没实力啊，没实力只好挂在墙上啊。可是台海战争有没有实力？有。发动者是谁？一定是大陆。我简单拿一个数字给大家做参考，凡事就要回到客观的数字。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的 GDP 是乌克兰的几倍？我们从这个观念来看，14倍。因为俄罗斯有2兆多的美金，乌克兰只有4600亿的美金，所以算起来就是13点等等等，不要管它，14倍。现在台湾跟大陆的 GDP 多少？大陆的 GDP 18兆，台湾7600亿，换句话说24倍。大陆是台湾的24倍，大陆可以为战争动员的资金是台湾的24倍。他当然有打的本钱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没有打的本钱。怎么说？因为
在俄乌战争为例，俄罗斯的人均 GDP， 我们回到人均 GDP， 俄罗斯是15000块，乌克兰多少？1600块美金。所以乌克兰的人均 GDP 是远远低于俄罗斯的人均 GDP， 这个差距就出来了。来看台湾，刚好颠倒。什么刚好颠倒？台湾的人均 GDP 跨越32000块，大陆的 GDP 还没有跨越15000块。所以大陆国大势大，但是人穷民穷。所以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讲，他的重点是什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跨过1500块的国际标准门槛，进入什么？进入中产阶级的社会。因为 IMF World Bank 定义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是人均 GDP 15000块，大陆尚缺3000块，继续努力。所以在这样的条件底下，我会做出判断，大陆干脆怎么样，先尝试用买的，不要用打的。买的方式是什么？ Mr. President Biden， What do you want？ 你要什么？我要什么？至于两岸的统一，大陆上研究的方案很多，不一定是香港模式，不一定是特区模式。他们心里很知道，要跟美国谈成这个生意，必须把这个架构放得很宽，就是郭正亮博士所讲的法律架构是什么？不排除允许台湾成为波多黎各式的自治邦。你看那选美小姐都有波多黎各小姐，你以为是独立的国家对不对？波多黎各的国家元首是谁？是美国总统。但美国总统要去波多黎各访问，要波多黎各国会同意。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个历史现象。那我们不管别人历史，甚至会更宽，因为他只要一个名义上的主权统一，他就认为他完成了历史任务，可以平顺两岸关系。这也是美国可能开的条件啊。那回过头来，如果真的因为形势变化不可受控，非打一仗不可，非打一仗不可，就是大家拿多少资产出来耍，台湾一定输，连赢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打仗的时候，宁可老百姓穷一点，非打赢不可，一次不赢来两次，两次不赢来三次。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我们台湾开始准备要课战争税，什么意思？就是没钱打仗。战争税谁要我们课的？绝对不是蔡英文的意思，也不是赖清德的意思，谁的意思？美国国安会的意思。他说啊，台湾没有钱，我先援助你1亿美金。在现代的战争里面，1亿美金跟擤个鼻涕一样。他要你课战争税，台湾也不是没有课过战争税哦。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台湾有殖民政府对台湾的老百姓课了一笔叫做9.18事变临时所得税，日本政府课的哦，台湾不是战场哦。到了卢沟桥77事变的时候，又课了一笔叫做支那事变特别税。到太平洋战争了以后，又课了一笔叫做台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这日本政府对台湾人所课的税，所以短短的几年之内，台湾老百姓的税务负担增加了10倍。那台湾不是战场，可是如果台湾是个战场，战争税是乌克兰模式。乌克兰从2016年开始课征战争税，那不断的课，课了到2022年去打这个战争，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嘛。为什么？战争就是要金钱，要人命，要优秀的指挥官，很好的装备跟武器。可是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个条件？虽然
这个很多朋友对我们的国防部有信心，但是不是国防部有信心，因为我们的财力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的军队，啊，这是一个最先天性的问题。我们真的没有，你再爱台湾，你把所有的家当通通倒出来也没有办法，必败无疑。不是我看，这是一个很现实，我们要去面对一个现实。有人讲说我们不退阵作战，李喜明将军就讲说我们不退阵作战，我听你心里就讲笑。我们什么时候对称作战过？从来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对称作战过啊。任何想象空的战略的战术的模型全部都是不对称作战了，但是我们各种推估从来没有赢过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不能赢，谁能帮忙？刚才那个邱毅博士引用到了松田康博，东京大学教授，他另外一个身份是日本自卫队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他讲蒋介石话，但是他另外讲了一个，他说日本政策架构中没有协防台湾的选项，这什么意思？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没事，不干咱们的事。我们还要需要再翻译吗？不需要了。日本的政策架构没有协防台湾的选项，所以花招一大堆，但是对不起，打仗免谈。日本没有协防台湾的选项，美国有吗？也没有，也没有。所以美国呢，他对于台海战争给予台湾的这个军队唯一的道德支持，就是没收中国的资产，或者中国倒过来报复没收美国的资产。但中国不会没有没收美国的资产，因为中国走全球化，对全球企业有承诺，不可能去没收民间的资产。而中国又没有美国太多的国家的资产，所以变成是美国可以单方面来没收中国的资产。所以如果美国跟中国为了要不要和平统一谈崩了，中国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动作？就是把3兆美金的外汇存底换成黄金运回中国大陆。就像俄罗斯在2013年到2022年之间所做的事。要不然3兆美金美国人就擤个鼻涕通通没收了。啊，这个仗就不要打了，打不成了。为什么？什么叫3兆美金？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什么冷冰冰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一艘航空母舰美国人是花100亿美金盖得出来，再加上其他的舰队的配备，总共也要200亿。我们就算一艘航空母舰100亿好吧，大陆做再便宜打个8折吧。不要忘记啊，3兆是什么意思？300艘航空母舰。战争还没开打，300艘航空母舰都不见了，这仗怎么打？所以当你看到中国大陆在抛售美元资产的时候，这个才是战争擂鼓声的到来。如果没有的话，你每天可以睡好觉，不要像邱国正胡思乱想。为什么？因为这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决定。这个不是习近平要不要的问题，也不是下一任美国总统是川普或者拜登的问题。川普他只想要从中国那边多赚一点钱，拜登何尝不是？但是更重要的，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期待跟失望是说，我支持中国经济成长，从1980年开始，让你加入 WTO， 给你最惠国待遇，全世界好好扶持你，我们一起来打败苏联。就苏联打败了，回头一看，哎，你怎么那么壮大了？那什么意思？就是美国人想象中说，一，你中国应该怎么样？应该顺服我美国才对。二，你中国应该改变社会体制，跟我美国一样。三，最好你中国跟我美国一样都信基督教，就是美国人心里才会安稳。你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日本，或者更大的什么韩国。最好你能够跟着我屁股走，就没想到中国现在长大了跟你叫板。这是第一个
休息几得陷阱的最大因素。你可能成为我潜在的敌人，我当然要把你打下去。打下去，美国要不要花军事力量来打？不划算，因为美国顶多打平，啊，两方面不会互相丢核子武器，两方面也不会怎么样，互相攻击对方的本土。为什么？因为不划算，风险太大。那两方面较劲只能在哪里？在台湾海峡。那两方面就会变成一个不惜把台湾打成废墟，也要较劲。也就是说，美国不是在协防台湾，但能不能趁机把解放军的船舰、飞机就在台湾海峡打掉？那这样子，我美国又是一条活龙，然后把你的外汇资产全部没收，我又是一条活龙。这是美国不管谁当总统的基本的思路，只是说两个人的做法会不一样。拜登可预测性比较高，啊，顶多就是半导体弄得让你很生气。可是不要忘记哦，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半导体科技产业弄个老半天，互相气得不得了，但是经双方面的贸易还在成长，啊，意思打归打，生意照做。特斯拉还邀请宁德时代跑到美国去设厂，福特不行，特斯拉可以。你说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所以美国人不会真心的压在，甚至于我们的地位连乌克兰都比不上，因为当时打乌克兰牌是希望削弱俄罗斯，只是没有想到没削弱，还惹来一身麻烦。所以现在正在收摊子，只是什么时候收而已。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讲，他怎么去处理中国与台湾的问题？他现在正进入一个深水区的思考模式。习近平开单子要和平统一，美国开单子要什么回报？所以刚开始而已，不必急。不必急的意思就是说，台湾还有一段很不错的时间可以混下去，也就是民进党还有执政的机会。我这样讲，说怎么跳那么快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台独生存的空间本来就是中美关系所给的。那阿亮哥是比较这个志向远大，他说我们台湾人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架构，我们可以跟大陆来谈和。你觉得台湾哪一个领导人在美国人眼中，你不是我的小弟？哦，柯主席当了总统，美国会期待他当美国的小弟。啊，侯友宜当总统也是，赖清德更是，这是美国的基本规格。台湾是不是在美国心目中是什么？就是我的附属政权，英文叫 bandwagonist regime。这是美国的国策，不管你台湾是谁，那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能不能挣脱？我们没有办法挣脱，也不要挣脱，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去挣脱这个都是高风险的职业。所以要主动跟中国大陆谈和，没有美国点头，因为我们的军队事实上是在美国的军队控制底下。你不能去忽略这个事实，谁要升将军，不一定要美国同意，但是美国反对，你一定升不了。那美国在台湾的军队里面，情治系统之深，控制之严，你以为知道邱国正的儿子会有消息吗？美国人把每一个人的底细都摸得一清二楚啊，这个就是现实。宗主国要控制诸侯国，咱们以前明朝的时候在控制朝鲜也是这样子啊。朝鲜的国王要娶谁当妃子，必须中国同意啊。哎，真的啊，谁要立为皇后啊，中国同意啊。那请问你，美国对台湾不是这样子吗？还是更强？现在只是台湾要面对一个问题，我的宗主国会不会从美国变成北京，从华盛顿变成北京？然后这个转换的过程会有多困难，我们会冒多大的风险？其实你也想要说，像李登辉讲台湾人的悲哀，
我跟你讲，台湾已经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种族，不是人啊，没有人有这么幸运过啊。为什么？二次大战打个老半天，台湾有没有打到？甲午战争打个老半天，台湾有没有打到？中日战争，台湾有没有打到？没有啊。台湾摊开400年历史，在台湾岛上有没有打过大战争？有啦，张权械斗啦，闽客械斗啦，那个叫什么战争，对不对？哎，这是这个现实，我们从来没有，我们运气好得不得了。然后二次大战最后，台湾人在皇民化运动底下被催眠，每一个人都效忠日本天皇。有一个大学生还说：“啊，我愿为君恩浩荡啊。”啊，这个誓死怎么样从军，写下这个誓言的人叫李登辉，啊，他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还登在台湾日日新报纸上，然后他们家捐款让他当日军少尉。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很狂热的支持日本，台湾人出钱出力帮日本人打仗，战后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被处罚的战争共犯。你是看欧洲国家有没有？有啊。你是看韩国有没有？有啊。多少人当了台湾日本兵回来还可以接收日本人的财产变大富翁啊？你说谁啊？黄信介啊？谁？对不对？哇，这个就是台湾人运气好到一塌糊涂。然后国民党来的时候，1945年8月15号12:00以前，很多台湾人还说：“哎呦，我打败了，哇呀，我是庐山考逼。”12:00过后，日本天皇宣布了以后，哎，发现台湾人一下子前一天才是战败国，第二天变成战胜国。全世界有这么幸运的人吗？没有啊，晚上去捡哦，都捡不到这种彩票啊。然后当时国民政府规定，日本兵、日本公务员只要是日本籍的，全部财产没收。全部财产没收，但是台湾籍的当了日本兵，当了日本公务员，财产全部保障。你跟日本人私下偷偷摸摸买了也算你的，这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说台湾人的狗屎运好到什么程度？再来，现在中美这样斗个老半天啊，我们要在金门的演习演习啊，大陆的就忍着。咬着牙忍着，哎，为什么？因为还没准备好啊，他的航空母舰还没成军呢。哎，你看过演习个老板，你有没有看过大陆的东部战区的陆军大规模演习？没有哎、欸。你有看他登陆舰有没有大规模演习？没有哎、欸。他的一个登陆舰上面有4架武装直升机。有4个登陆艇，那个登陆的气垫船，每一个气垫船上面有一部主力战车，它不是一般的登陆艇啊！看了演习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打仗，他只是叫空军去绕境平安，哦、跟我们那个王爷绕境平安一样，到台湾周遭来给大陆老百姓一个交代。这大陆领导人在玩两手策略。这个就是现实，因为他知道，他现在还不想打，不能打，不宜打，所以台湾在什么喊出？其实你也看到说，台湾最近几年来，很多人对大陆的敌意节节上升，尤其年纪越来越轻了，越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自己台湾人，然后为什么？大陆上有没有任何一项对不起？有对不起很多外省人啊，因为很多外省人的。那个老家都被共产党清算了，有没有这种对不起本省人啊？没有，他做一件事情让本省人很不爽，就是不准台独，让本省人很不爽，哎，所以把气通通推到头上去。如果共产党哪一天说啊，民进党，我同意你台独啊，哇，我跟你讲哦，民进党马上跑到街上，我们说，哎呀，共产党万岁哦。我这样描述一点都不过分啊，为什么？历史上发生过啊，芬兰。芬兰本来哈、哦，这个沙皇哦，很强烈的镇压芬兰，因为芬兰是被沙皇所统治，
就出来一个亚历山大，你们都忘了这个俄罗斯的沙皇，他突然间不知道哪一根筋拉错线，也许他真的想法这样子，同意芬兰独立，同意芬兰恢复芬兰语，同意芬兰恢复他们的固有学校教学，结果像赫尔辛基的国会大厦门口立的那个铜像是谁的铜像？不是芬兰人，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所以世事变化，所以当时这个金夏海域的时候出了问题，不谈判不妥吗？很多国民党委员都跃跃欲试吗？我劝劝他们说，不要太积极，你不要忙个老半天就共产党先下班，那你不是里外不是人，就被我猜中了，共产党先下班。这是我的切身之痛。为什么？那个时候国民党里面主张九二共识啊，那大陆说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埃克法啊，没有埃克法就没有两岸交流啊，那我就信以为真，我就很积极了，就一看我的同志都跑光了，只剩下我一个还在搞九二共识埃克法，因为民进党打得很凶嘛，就后来蔡英文当选了，他废弃九二共识，埃克法会了没有？没有。马英九在的时候，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才多少？800亿美金。蔡英文的时候多少？最高1500亿美金。这什么意思？就是你国民党是猪嘛，蔡政委是猪嘛。所以大陆的思考千变万化。为什么？他们不晓得该怎么办。今天这个台湾学者，怎么对台学者讲这个，明天对台学者讲那个。我再讲一个很有趣的秘辛，也不算秘辛啦。一个国台办一个局长跟我讲，他很生气，拿了一张纸在那边咆哮，联合国2750决议案，我们那个社科院讲了老半天，我们台办讲了老半天，就是没有那个台湾蔡政委讲得清楚。为什么？他们对台湾不了解，他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只好求救于美国。我要和平同意你支持一下，那你要什么？所以这个生意还没有做完之前，放心啦，马照跑，舞照跳，妞照泡，这是我的很客观、很冷酷的。但是，是不是保万事平安？没有，因为刚才两位先进讲的，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均衡架构。大陆还不想打，希望能够跟美国达成交易。美国呢，还不知道要从中国那边勒索到什么。要的条件太高，中国不答应；要的条件太低，他自己不划算。那台湾呢？要什么？他又说：“哎呀，只要你不打我，让我好好混一天，我就混一天。”可是，我们只要回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八月炮火》。他前一天大家都还在马照跑，舞照跳，第二天，怎么战争打起来了？而且莫名其妙打起来了，为什么？那时候德国皇帝威廉还在北海坐游轮度假，然后他走的时候只交代一声：“啊，你们好好准备啊！”就他度假去了，回来战争打了，打了之后逃泄了，给这一直打下去，一次大战变成人类史上死伤非常惨重的一次战役，所以这种很客观而且是很冷静的，而且完全没有个人主观色彩的，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中美正在做交易，这个交易的方向是让台湾风平浪静是让台湾的主权的宗主国更换，那我们当然会自己麻痹自己，一边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叫中华民国，以后再来改国号，另外一边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1912年就已经创立了，
坦白讲，在中国美国眼中，你们这两种说法，一种是国民党的说法，一种是民进党说法，通通 bullshit。 为什么？简单讲，因为你没行情啊。你现在说我台湾人很有钱啊，我32,000块美金啊，我是富裕国家，总数多少？7600亿啊。美国多少？24兆啊。大陆多少？18兆啊。只是18兆除以14亿，有可能变成个小零头。在大陆的困难在这里，所以他们啊，他们要到20,000块美金是什么数字？28兆，28兆，距离18兆还有10兆，慢慢爬吧。哦，长路漫漫啊，长夜漫漫，路迢迢。可是话回回来，台湾有没有能力主动去创造出一个两岸和平、稳定、安全的环境？有啊，但是会不会产生？不会啊，因为我们的选举不容许我们这么做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产生出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候选人，这是我们最大的困境。我们的困境是乌克兰的困境。选来选去，没有一个人敢主动说：“哎呀，我不参加北约。”没有人敢讲。台湾是不是这个问题？一模一样啊！所以刚才这个阿亮哥跟邱毅博士两个很勇敢，当着我们柯主席讲说：“两岸一家亲没什么用。”啊，这是真的啊！啊，你以为九二共识有用吗？也没用。哎，你以为陈建仁说跑去叫马英九跑去北京去讲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用吗？也没有用，因为什么？因为嘴巴上讲这个没有意义。国际政治讲的现实就是你的实力在哪里，你的目标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目标只应该维持一个，台湾要生存，要好好的生存。我经常跟我讲哈，其实哈。我参加国民党是一个误会啊！啊，小时候不懂什么政党啊，从政的时候就被骗进选举，就变成国民党啊。那我体会很深，因为我们家在日本时代是我祖父是非常有钱的人，然后我祖母是他第三个老婆啊，不懂得经营，他留给他好几千万的财产。就我的祖母只懂得放在银行跟借人家生利息，4000万在当时是一个多大的数字，但是国民党来了以后，4000万变成1000块，所以我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反国民党。但是我看尽台湾历史上的政权更替，老百姓要的是好好活着，活着才是硬道理。如果你傻傻的叫你儿子上战场去为台独而牺牲，我只能说你傻逼。为什么？你要很冷静的看台湾这块土地，它就是一个政权不断更替，没有办法完全自主，又没有办法完全自我控制的个岛屿，是一个移民的岛屿。我们家是1621年来台湾开垦，比荷兰人来的还早。经过几个政权，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哎呀，国民党、民进党，对不对？那我们活得还可以啊。这个就是说，不要为虚幻的口号号召去做冲动。啊，有人要你做战争捐，你不要捐。啊，有人叫你的儿子去打仗死翘翘，我跟你讲哈，年轻人上战场，以乌克兰的经验哈。平均生存时间4个小时，4个小时，还不一定有丝带可以装哦，这就是一个现实。乌克兰战争给我们很多体会，很多人讲说哦，我黑熊，其实我枪术很准。乌克兰战争告诉我们，连步枪都看不到，连机枪都看不到，战争就打完了。为什么？因为无人机出现，改变了战争模式。只要无人机看得到你。炮弹都打得到你，以前炮弹还要瞄准哦，方位风向，现在不用了，无人机一定位，炮弹打来100%准。炮弹多少？1000磅，
一千磅什么意思？一颗这里面的人全不见了，就这样子。所以时代改变，避免战争是我们生存之道，不要参加战争是我们生存之道。以前蒋介石告诉我们要反攻大陆啊，我们那傻傻都去当兵啊，对不对？现在想的好蠢啊！现在民进党告诉你要为台湾主权而战，为民主自由而战，你要送他两个字英文 bullshit。你打，你民进党通通打光了，死光了，我们再来参战，不然我们旁边怎么督战就好了。不就本来就是嘛？为什么？那民进党哦，我那个有几个朋友在金融界啊，你们都知道啊，哇，现在这个财务管理生意很好啊，移民美国，移民日本啊，到日本买房子很便宜啊，角度三窟，一窟台湾，一窟日本，一窟美国，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战争来了赶快溜啊，对不对？哎，奇怪，你要溜，你民进党的支持者你要溜啊，叫我们国民党的支持者留下来打仗，那笨的啊，对不对？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几个老将军啊，这个军校毕业了，他们一辈子效忠中华民国，哦，只要在中华民国旗子国旗一摇，我们就上战场，然后春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那个红是你的尸体。我这样讲，哎，你也许觉得说好像违背政治正确，可是我告诉你的，因为你们想听真话，这个就是现实，哦，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大选结束，啊，我没有像这个舒淇一样睡不着觉，但是我很确定了，我们仍然可以睡好觉，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非常谢谢蔡正元博士哦，非常真实的分析哦，我们现在的情境哦，那我们现在紧接着就来到我们的这个综合座谈。那有请三位主讲者请上座。那还有我们的语坛人主持人。对对，那个麦克风传来声音不太好看，所以我先预先帮大家准备好了。那很高兴今天三位哦，能够真的为大家做一些非常深入跟一些长远性的一些分析哦。其实今天会来到现场的，我相信都是对这个议题非常有非常关心的人。好，那当然同时我们今天有在直播，所以在现在在网络上也非常多的一般的。今天不能来到这边的平民百姓也在关心这个问题哈，所以那我们刚听过三位精辟的分析之后，我们当然有提出一些收集的一些问题，想要这边现场能够跟大家来做一些交流哈。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邱委员，就是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马英九访中这件事情，好，那当然这个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不管在网络上或者在舆论上，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讨论跟争议嘛。那你觉得在他访中之后，好，在访中之后，你觉得在台湾的内部，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跟影响？我认为在马英九访中是这一次是大陆主动邀请的，所以我不认为在台湾会有多大的回响。当然大陆是希望透过马英九传达一个消息，就是大陆还是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好，当然和平统一不见得一触可及，所以两岸还有一个和平交流的时间。好，大陆的期待希望能够透过一位在台湾有分量而且能够受到媒体关注的人，把这样的话传达给台湾人民，那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我比较悲观，我比较悲观，因为台湾社会经过了民进党执政这八年，已经成为一个
纯粹的民粹、弱智、礼亡的社会。在一个民粹、弱智、礼亡社会里面，他们是不是能够体会出来马英九的苦心跟大陆的善意？我非常的怀疑。所以我刚才说到，我一直在观察四月二号的大小金门的实弹演习能不能悬崖勒马。我真的很担心，当他把他的火炮演习对准了厦门，对准的在刘武店航道疏浚的挖泥船的时候，大陆的认定就是挑衅。那这马英九到北京这一趟就等于浪费掉了，就等于没有用了。就像当年在共产党渡江以前，当时候李宗仁也派了张治中、邵力子到北平，那时候叫北平不叫北京，好，到北平去进行和谈。可是谈还没有谈到结果的时候，共产党已经渡江了，他已经把南京拿下来了。这是我非常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好，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还是必须要冷静的回到了两岸的基本面。既然大陆邀了马英九去，我认为就代表他是有善意的，而且我认为这有可能是最后的善意，或者叫埃德美顿书。你如果连这个都解读不出来，人家给你最后的善意你还冥顽不灵，那最后就是玉石俱焚嘛。你就会逼着大陆，因为大陆也要跟他十四亿人民做交代啊。这时候如果说因为马英九的北京行、习马二会能够使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降温，那对大陆来说，对大陆的习近平来说也是好事啊。他可以挪出手出来去好好处理国内的经济问题，他可以挪出手出来去尽他的大国责任，做刚才我讲的世界和平的缔造者。这就是所谓的双赢嘛。那台湾我们也得到了刚才郑元松所期盼的大家的继续的和平，好，安居乐业。那如果连这一点善意都不能体会、都不能解读，还是一昧的采取那一种要硬干的心态去做，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逼着大陆动手了。好，因为他不动手的话，他无法平息国内的民怨啊。OK， 好，谢谢邱委员。那针对这个，其实我刚听你这样讲，其实好像对台湾内部，其实在马英九访中之后，您的对台湾民间的反应的期待不是很高，是吗？不是很高，是很低。OK， 好，OK。我想请教一下郭委员，因为其实在2024年这一年当中，全世界有超过70场的选举，那全世界在投票的总人口数也超过42亿人。那这是全世界全球第一次超过半数的人参与投票。那但是其实投票率高，投票人口多并不代表它一定是相对民主的。像比如说像美国，没有一场世界的选举能够像美国的这次的川普跟拜登的选举能够影响整个世界。那我想请教，因为曾经川普曾经说过他不想要保卫台湾，因为台湾把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都已经抢走了。我们甚至已经把他们的90%的产能都已经移在我们台湾这边出半导体这一部分。那我想请教郭委员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川普是台湾专家了，他不会这样回答了。他不会说他不要保护台湾了，他有说我现在不要告诉你。不愿意什么？去年的时候好像说他不愿意。他不会这样讲了。事实上，他就是要跟中国大陆做交易了，就是他也不知道中国大陆那时候要做什么动作啊。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在学校教谈判，我知道教谈判的人是不会这样讲话的了。他一定要看当时具体的可交易的项目是什么，
那当时相对的筹码是什么？他才会回答了。那他大概只是讲说，我不要讲我的立场，那让我失去弹性啊，让我失去选择的空间啊。不过川普有一个特色跟拜登不一样啊，就是他不喜欢受制于国际组织啊，啊，这个还包括北约在内啊。那当然也包括所有他对于同盟的承诺，所以他就是完全美国至上，美国的单边行动为主，所以他对中国大陆的动作有时候就会像狂风暴雨一样，那可是有时候也会突然紧急撤退，我觉得这是他的特质啊。那拜登坦白讲，对我来讲，我就觉得他是一团混乱，因为拿不清楚他的逻辑了啊，就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啊。比如说拜登的2020年他的竞选的基调是反对贸易战，可是他当选之后完全没有处理啊。可是川普不是这样的人，我认为他一定会处理。他竞选，事实上他大概是我所见过最能够依照他的竞选时间所讲的议题，然后真的把它落实的一个候选人。OK， 好，谢谢我们的郭博士。那接下来，那当然有一个问题也是要，我们也是为蔡博士所准备的哈，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美国大选前嘛，好，那当然我相信大家都关注美国跟中国这两边的一些任何的状况的变化。那您觉得在拜登或者川普当选之后，对于所谓的两岸关系或者是个别的关系，您觉得会变更好还是变得更不好？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因为其实在座大家可能都是企业主，那当然包含了很多中小企业主，还有包含了另外一个族群，就是现在台湾大家都在买股票嘛，所以这些都是对大家生活上有一点很切身的关系 的一些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蔡博士。哎，不敢买股票，你比我内行啊。中美关系不会太好，但是也不会太差，会继续缠斗下去，很热闹，但是不会撕破脸，没有理由为任何事情开战。表面上好像菲律宾可以打一仗，台湾可以打一仗，没有，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打仗啊。刚才郭正亮博士给我们很大的很好的概念，就是 historical picture。 可是中美两国有在 historical picture 有什么太大差异吗？没有。哎，有历史仇恨吗？没有。哎，有民族矛盾吗？没有。哎，而且全世界亚洲地区最亲美的哈，以里面有亲美的这个比重有多高哈？菲律宾第一啦，那日本第二啦，韩国第三啊，台湾第四啊，对不起，第五就是中国大陆，它也算是像一个亲美的国家的一个文化啊。你在这种没有太多的历史仇恨或者历史的形象差异太大，要付出太大代价去打一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啦。那你说为台湾问题吗？我的判断是没有变过，台湾是交易的筹码。那正因为我们是交易的筹码，我们就有生存的空间，因为他们两边只要不想打仗，我们就会活得好好的啊。但是我们不要自己是以为哈，我们可以去因此就可以去搞台湾独立，或者我们这里去搞中国统一，对不起，都不行啊。那因为我们这两个都不要去玩真的啊，那资金呢、啊、会慢慢回来台湾，台资回来台湾，然后外资也觉得台湾哎不错，所以股票就一波一波就推上去。其实我们台湾的股票哈，这个我们黄崇仁不在现场嘛哈，也没在听嘛哈。这个你不要以为台湾的半导体都很赚钱好不好？黄崇仁的股票现在才20几块啊，对不对？那只有台积电上700多块而已啊，因为台积电的市值占了台湾股票市场的市值将近1/3啊，所以它涨股票就上去了、啊。你看它涨那么多，黄崇仁股票还一直在20几块，从90几块跌下来，现在20几块爬来爬去。它叫立基电，它叫台积电，差一个字怎么差这么多啊？对不对？
那你以为联电好吗？哎，还好一点而已嘛，对不对？不能跟联发科比嘛，对哈。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是靠台积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靠台积电。台积电的时代迟早会过去，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产业、一个技术能够独霸世界超过三十年，不可能啊！因为后来者居上，有人会弯道超车。日本车子独霸全世界也不过三十年呢，现在也被超弯道超车了。所以科技的发展很难讲哦。那我是认为就是说，我们是在一种自认为没有太大尊严底下的活着。我很欣赏大陆有一部电影叫《活着》，就是这个哲学：不要当出头鸟，啊，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力士，啊，高喊什么台湾人的尊严呐，啊，哦，这个悲哀的台湾人。台湾人已经狗屎运过好了，我就翻给你看了，从来没看过运气那么好。菲律宾当时被打烂掉了，日本被打烂掉，冲绳被打烂掉，韩国被打烂掉了，连越南都打烂掉了，连新加坡也被打烂过一次啊，不是没有啊。那台湾已经幸运中的幸运，不要太得意忘形，以为幸运永远会在，想太多了，我们要好好的保守，好不好？OK， 谢谢我蔡博士魏三。我补充一下，我呼应一下郑元兄的看法，美国不会跟中国撕破脸，他也不愿意跟中国撕破脸，因为跟中国完全撕破脸，甚至与中国开战，是违反他美国利益的。我们以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证明。在南海，美国最大的跟屁虫就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做过美国的殖民地。但是呢，当菲律宾小马可斯为了他要去修宪要连任，他玩得太过火的时候，美国就会跑出来去进行灭火，几个动作非常的明显。第一个，大陆现在在南海有八个人造岛，除了在西沙的永兴以外，在南沙楚壁岛 4.3 平方公里，永暑岛 2.6 平方公里，再加上美济岛 6.6 平方公里 5.6 平方公里，它构成了一个铁三角。在铁三角的周边还有永暑岛南边的华阳岛，还有在铁三角中间的刺瓜礁、东门礁、南薰礁。好，我就不谈西沙的永兴岛。而有太平岛在哪里呢？太平岛就在楚壁岛的东南方，很近很近的地方。啊，中业岛在哪里呢？中业岛就在楚壁岛的东北方一点。那所以为什么美国不要蔡英文去？因为蔡英文若跑到太平岛，就很可能被包饺子，因为他离台湾1600公里吧，离台湾1600公里吧，这么远的距离，即使 F-16V 帮他办回护航，啊，护航哈，我这个国语讲的有几个音是发不出来的啊。那么所以他要去护航蔡英文到太平岛是做不到的，因为台湾没有空中加油机，美国又不肯借你，所以美国根本就不要蔡英文去。他认为蔡英文去可能会惹事，可能会激怒。好，那么至于菲律宾闹得很凶的时候，焦点是仁爱礁，所以大陆为了制衡他的仁爱礁，大陆就说他要在仁爱礁跟巴拉望中间，仁爱礁离美济岛很近，非常的近，然后仁爱礁再过来是菲律宾的巴拉望岛，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礁叫做仙宾礁，大陆现在已经把仙宾礁占下来了，他在仙宾礁要
吹沙填海，要做一个人造岛，而大陆有这个动作，理论上就等于是硬干啊。可是美国马上要菲律宾啊，要把他的动作要让他降温，而且美国马上宣布巴拉望岛本来是规划的美军的军事基地，现在美国宣布巴拉望岛没有了，这是一个。那菲律宾在南沙群岛里面九个岛里面最大的叫中业岛，它的卡拉岩群岛的司令部就在中业岛，而中业岛大陆为了要制衡菲律宾，大陆就说我要在你中业岛旁边有个铁线礁，我也要吹沙填海弄个人造岛，那边弄个人造岛的话中业岛就挂了。而美国呢就在这个时候就提出了什么，因为美国本来有一个动作要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不是有一个巴丹岛吗，我们喜欢不到老挝去赌博的时候那个巴丹岛哈，那个巴丹岛最北的地方本来要弄一个美军的基地，而那个地方正好在巴士海峡的中间，离东沙岛很近，离我的老家高雄应该只有140公里，不是海里哦，是公里，140公里，这么近的距离，大陆现在就烦恼了。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要把台湾合围，或者他想进到西太平洋，他只有两个国际通道嘛，一个是巴士海峡，一个是宫古海峡。可是美国跟日本在宫古海峡，宫古海峡正好隔着日本的西南列岛跟冲绳岛之间，而美国现在已经在冲绳岛、在宫古岛、在石垣岛、在与那国岛都部署了这个岸基的防舰导弹跟防空导弹。那现在如果美国在巴丹岛的地方建军事基地的话，它等于把大陆要进西太平洋的两条国际水道都堵死了。可是呢，大陆一说要开发铁线礁的时候，美国马上宣布巴丹岛那个计划没有了。从这里就看出了美国是一个当你强硬要去处理与他之间纷争的时候，美国就会往后退，他是一个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国家。好，所以从这里就看出美国不希望跟大陆撕破脸的，因为中美之间有很多相互合作的利益，就如同现在在红海发生的问题，好，胡塞武装部队也只有谁可以处理，也只有大陆可以出面去摆平这个事啊。所以美国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大陆的，朝鲜半岛这个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为了要接班，他也是蠢蠢欲动啊，就跟小马可斯一样啊，要表现啊。那所以朝鲜半岛也是处在一个高度危机的状态，也是需要大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与大陆撕破脸对美国国家利益是不利的。 OK， 好，谢谢邱博士。那郭博士，你针对这个部分您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或是您的一些想法？我的思考不太一样，我觉得美国还是整体认为时间对他是不利的，我刚刚就主要是提出这样的论述嘛，所以他不会让这个情况就继续这样下去了，因为有填岛造陆能力的只有中国大陆，美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啊。那中国大陆继续再吹填下去，他在南海早晚啊，在黄岩岛就要对决了。黄岩岛如果让中国大陆吹填成功，那中国大陆就有一个倒三角，从西沙到黄岩岛到楚壁礁，那几乎就是一个实质的防空识别区了，这个美国是不可能容许的了。所以美国事实上在2016年，就是南海仲裁的隔年，他就讲说如果大陆要吹填黄岩岛，他不排除炸毁。所以你不要以为大国博弈
好像都是你赏我，我赏你，不是这样的。他有时候是要对决的，就好比乌克兰、俄罗斯，如果你打奥德萨，那就是对决了，因为奥德萨后面就是摩尔多瓦，那在后面就是罗马尼亚，那欧洲怎么办？所以你不要以为北约永远不会介入，不是这样的，他们一定要对决的，可是他们不会全面战争，可是要对决的，对决就是要分出高下。哦，是，所以2016年，事实上在南海仲裁刚通过的时候，本来美国要开着他的舰队到南海那边来示威嘛，结果中国大陆那时候下了死命令了。中国大陆那时候其实还很弱，2016年，结果中国大陆听说大概出了好几个上将，所有的战略潜艇还有军舰全部都摆出一个阵，结果美国跟大陆相距1000公里，停止没有再向前。所以你不要以为这种局面不会出现，还是会出现的。那我认为黄岩岛就是，那越南的万安滩也是。我认为越南如果中国大陆到万安滩做吹点动作，那是一定要冲突的了。哦，国际政治没有所谓的大家都可以好来好去，那都不会发生冲突，不是这样的，哎，不是这样。补充一句就好，好，这个黄岩岛跟我讲的铁线礁跟仙兵礁是没有冲突的，因为黄岩岛靠近，它是中沙群岛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它非常靠近马尼拉湾，所以它是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地位。好，所以黄岩岛就是兵家必争。可是如果就接近巴拉望岛的刚才讲的仁爱礁啦、仙兵礁啦，好，那么或者在南海里面的铁线礁，它就没有那么样的尖锐。好，那么黄岩岛的问题其实为什么已经纠缠了很多年还继续在，就是因为它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 OK，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我们开放 QA 的问题，让现场的来宾对主讲人发问好吗？好，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好，我们的荣誉理事长。好，谢谢。三位主讲人，我从今天听到现在，我想邱毅博士是比较觉得岌岌可危的啊，然后我们蔡博士是觉得短期内还可以五照跑，这个马照跑五照跳。那我想问问看，特别赶回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郭博士，在这个中间，您觉得我们应该比较要注意些什么？可以防止这个长一点的时间的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可以再延长一点，让我们的岌岌可危可以更加的往后延一点啊。那我想听听看，因为台积电也被美国抓到美国去了，那以前有听过一个 rumor 说，如果两岸有任何的危机的时候，第一个要被打掉的是台积电，而且打的是美国人，不会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那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这个护国神山有这么大的忧虑，所以美国把台积电调到美国去。谢谢。台积电事实上在美国也相当不顺利，现在只有第一个厂啊。那第二厂2026，如果现状还是如此，我不认为会顺利新建。事实上到熊本反而比较顺利，可是熊本那个不是先端技术啊，而且它的占比事实上也没有超过10%。台积电主要还是在台湾呐，那种观点说，万一台积电沦陷到中国大陆手中，它不排除在最后一刻炸毁啊，这个我认为是少数军方的论调，因为坦白说，你如果控制这个半导体的制程啊，还有 EDA 啦，台积电事实上美国的上游还是完全控制，而且你不要忘了，台积电的股东有70%是外国人，而且台积电的高管几乎都是美国人，所以台积电只是表面上注册在台湾的美国公司了，他们还是要谈的啦。
那不过你刚刚敏锐的观察到一点倒是真的啊，我真的是介于他们两个中间啊，就是我有点危机意识，可是没有像我们邱瑜兄这么危机意识。危机了，因为他是，我认为他会采取斩首定点清除，所以对一般的不，所以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蔡英文就跟赖清德就会躲在他不容易斩首的地方，这样。不过我是觉得啊，2027真的很关键啊。其实美国在讲2027不是随便讲的啊，比如说他最近又开始提出这个论调，说2027就是武统能力具备的时候啊。为什么是2027？因为习近平在那一年要卸任，或者要继续当第四任，啊，所以他一定要说某些话的啦，就是他一定要向党内表明他的承诺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不是乱选日子，当然那一年刚好又是解放军建军百年呢，啊，所以我说，因为中国人搞政治很喜欢选有纪念日的日子啊。就那一年，那你要记得，那一年刚好也是赖清德要进入第二任选举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所以我，这一点为什么我没有像郑元兄这么乐观啊？就是，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大概可以跳到2026了，可是逐渐进入2027，恐怕就不是这样啊。而且你可以发现，台湾政治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政治人物总统都是第二任才会真正做一些他想做的事，因为第一任他想要连任，所以会受制于主流民意，可是第二任就不一定是这样。而且赖清德他只有 40% 的得票，他无论如何要想他如何连任，那你认为他会做什么事？一定是两岸的议题了，一定是了啊。而且2027你就会撞到习近平刚好要进入第四任啊，那那个时候美国讲法也没什么不对啦，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中国大陆的军力是建构的更完整啊，比如说歼20可能到时候应该超过300架了啦啊，那航母第四艘应该盖好了吧啊，那就是大概就是那个状况啦，那你就会造成他在相对的内外压力下，他可能就要做一些行动。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武统都把它理解为就是全面战争了，因为这样理解会太粗了，应该是说它会有很多非和平手段，那你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实施啊。比如说刚刚邱毅兄讲到你继续在金门做实弹试射，你认为大陆不会有动作吗？那那个动作就是非和平的，因为它要制止你啊。哦，比如说你要打蒙古语，那蒙古语他就是要把厦门那个六电航道要疏通啊，他要重开那个国际航道，他不可能让你这样打就不完了。还有你打私语距离厦门只有2公里，他怎么可以接受？所以一定会有某些状况，那些状况你不要把它理解为好像就是战争，不一定啊，可是一定是非和平的动作。所以我才一直跟各位讲说，从2024开始，两岸之间会有非常多的灰色地带的博弈了，那里面会是有一些是小冲突，各式各样的冲突这样。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三位哦，那给我们那么精辟的回答跟前面的一些分析。好，谢谢三位，那麻烦三位请回座，谢谢。哎，还有人要问呢，啊？怎么会那么快结束呢？对不起，真的时间真，我们不到5点吗？现在4:39，哎。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要程序。好，那这样我们再加码一个问题好吗？来，有现场有。OK， 请说。这个三位委员好，我是三位委员的超级粉丝哦。对，谢谢委员，这个。因为其实为了台湾的发展，为了两岸的和平，甚至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哦，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统派。因为我认为，如果有一天两岸发生战争的话，对两岸都不会是好的一个发展嘛。但是我们其实有看到，这也是民进党一直在告诉台湾民众的，就是虽然两岸现在很不好，但是呢，因为中美竞争的大架构之下，那其实台湾有在由岸外包的这个
当中呢是有占到利益的。我们也看到台湾这几年的经济数字，其实民进党告诉我们都是非常漂亮的。那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杞人忧天了？我是不是我们一直觉得好像两岸不好的状态之下，台湾会不好？但好像事实证明答案不是这个样子。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大陆的战略定力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是不是大陆的战略定力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有一天民进党的和平台独梦将会成为现实？那我想请三位委员可以帮我们做回答，感谢。我先够了，我先说好了。啊，这个苏恒好朋友，所以我先说。其实我要观察到底有没有需要担心啊？其实我最是最好的指标，因为我住在仁爱路三段了、啊。那你如果是斩首行动定点清除的话，一定会波及到，我算过他一定会波及到我家，啊，一定会波及到我家。我们那边大概一坪200多万，那100多坪，你想想看那个损失有多大啊。我都没有怕啦，我家里人一直建议说我们是搬到新农路的家去住，哦，避开这个。我就认为不会，因为我觉得站在大陆习近平的内心，我刚才讲过，其实他比较接近还是以和平为主体，他还没有放弃所谓的和平统一的想法。那虽然可能会出现局部的非和平行动，就说你来挑衅我会有非局部的反制，对不对？但是要发生这一种军事行动的武统，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有一天发现我已经搬家，我突然搬到我新农路的家，啊，我新农路家因为跟马英九正好很近，跟马英九家很近，所以那地方应该是很安全。搬家，对，我如果搬家，一定跟大家说，那就代表说那可能真的有危险了，啊。所以我不觉得现阶段需要那么担心，但是我觉得台湾当局也不要主动挑衅了，因为这像是一层灯笼纸一样，就是说你挑衅，因为大陆的民怨已经到一定的阶段了嘛。你们可能会发现前一段时间213的那个渔船翻覆的事件，大陆的中央一直在压这个新闻，压得很厉害啊。他就怕大家太气到最后就是泛滥成灾了，那怎么办？那就变逼着中央一定要去做一些很激烈的军事行动的时候，那时候就覆水难收了。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还有和平的希望。而这一次为什么北京主动会去找马英九，其实就是再给你一个善意的信号嘛。好，那如果台湾会解读懂的话，我们就要好好把握住这个善意的信号啊，那就一切平安，就像是我们郑元兄讲的一样，好，这个马照跑，虎照跳，就都没事吧，都很快乐。你看我也很快乐啊，哎。那个苏恒啊，刚刚讲到了第一个问题啊。说两岸关系不好，好像对台湾经济也无伤啊。你刚刚怎么没有听到蔡正元说？所以他说他像猪啊，就是他并没有把九二共识联动到经济制裁嘛，所以这是原因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中国大陆事实上对台湾并没有真正使用过经济制裁，有的呢水果啊，那坦白讲都是跟疾病有关的。事实上，他对台湾绝对不是只有我们讲的关税啊，他事实上对台湾真正的筹码是采购了，采购那影响可大了啊！我跟你讲，一个华为集团一年在台湾采购多少，你知道吗？至少我知道3年前就是1200亿。那他有必要在台湾采购吗？因为他觉得台湾的零组件性价比高啊，虽然比较贵，可是好用，所以他就继续买。可是如果政治上纲的时候呢，你去看他最近刚公布一个，他2023年12月16号公布一个通过他的安全检测的一个清单啊，里面包括 CPU， 包括有三大类，
里面清一色都是中国企业，没有台商啊、哦。其中只有一家兆芯是在大陆的台湾人投资的，可是他也是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台商哎。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真的走到政治上纲上线的时候，你不止便宜的关税没有了，这个不是只有一个法，还有采购啊。那我们的零组件是让我们跟大陆的贸易啊，我们有那么大的粗糙，事实上里面有一半是电子零组件啊。那独派的不是在讲吗？说他非买不可，说是他依赖我们，不是我们依赖他，真的是这样吗？你台湾做了那么多电子零组件，如果大陆不买，你还有别的地方卖吗？这么大的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是他要不要下这个决心啊？他一旦下决心，你菲律宾现在香蕉就放在码头烂啊，就是这样。那你澳大利亚的龙虾就只好国内自己吃啊，然后价格变成原来的一半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你这个命题事实上并不成立了。就说我们跟大陆关系不好，是啊，可是民进党没有接受九二共识，经济关系跟马英九时代有差别吗？所以蔡正元才说他是猪啊，就是在这里吧，就是这个就是让你像蔡正元这样的就难以去推论中国大陆的政策会怎么走嘛，就他好像很多弹性都存在，那很多变数都难以预测这样。我认为民进党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觉得，哎，好像我可以再这样试试看，这样试试看，不一定真的要付代价，大概是这样。你是校友，不可以偷懒。我刚才的逻辑是说，习近平已经把发票送出去了。现在就等这个美国要买单，美国买不买单我们不知道，而且美国在换总统，这个时候不可能来买单嘛，而且可能都是摆到下一任。刚才两位讲的对，很多政治任务都第二任才会认真做事、啊、第一任只是整天想着要竞选连任、啊、第二任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历史地位。一样的道理啊，习近平是希望不断的能够开出账单啊，看台湾要什么、啊、美国要什么、啊、咱们谈一谈啊，他有个楼梯下有个面子啊，可以彰显啊他的历史地位啊。可是话要说回来，大陆接班人是谁？有人会答得出来吗？他什么时候卸任？有人会答得出来吗？这个就是变数啊。我经常就打个比喻，假如现在大陆开放自由竞选，然后选中国总统，我来竞选，我说政见就一条，给我四年我打下台湾，我会不会当选？会会，就是，我就没办法。台湾有民粹，大陆没有民粹吗？大陆民粹绝对比台湾民粹好。那台湾人的狗屎运势也有个中国共产党，我说真的、啊、为什么？他有能力压制民粹，其他任何国家的党派都没有能力压制民粹。因为什么？他的党是什么？是一种神性的党，不是民性的党。他的党是来自于意识形态，来自于一种类似于一种宗教层次的这种精神层次的教条，啊，毛泽东啦、啊、列宁啦、啊、马克思啊、民族复兴啊、类主类宗啊，领导人可以拿这个出来压制所有的民粹，其他国家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那他下一任领导人啊，雍正夺嫡的故事我们看过没有？对不对？这个才是问题。所以当马英九讲说习近平是两岸谈判的时候要相信他，他讲的是真心话、啊、他怎么知道下一个上来是谁啊？那个人搞不好觉得自己的权位不稳，第一个没有习近平这种血统，习近平是标准的什么红二代、欸、开国元勋的子弟兵、欸、军队都会听他的、啊、现在政治局里面没有几个人是军队一定要对他宣誓效忠的哦，
没有，习近平是坐在那边，我老爸是习仲勋啊，对不对？长征时候就是我们救了中国共产党啊，他坐在那一边，他就是一个什么正统的接班人吧，不会有人有疑问的、啊。可是换上其他些政治局员接班，他就是个专业经理人。专业经理人、哦、跟正统接班人是什么？正统接班人是我老爸是王永庆啊，我坐在这里就是董事长啊，我不用是什么业绩好不好啊？那如果专业经理人接班啊，比如台塑的陈董事长，我就要拿 A G 来报告，不然马上会被干掉啊。这个就是下一任的共产党是专业经理人，他拿业绩，他拿什么业绩？咔嚓。原来现在直播的那个尺度如此的高对，我所以说我想说下一任领导人他没有开账单 哦，他没有开说和平统一你要什么、哦、不要以为习近平所谓希望美国支持和平统一只是一个新闻，那是一个很重大的谈判，很重大的谈判，以前从来没讲过啊！我当着你美国总统讲，那我等你，那他可以等，因为他是皇上，他可以等，他是正宗接班人，可以等，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这是什么？习近平接班是符合中国传统啊，一定要大老婆生的儿子才能接班。不是这样子吗？嫡子啊，他是嫡子啊，现在政治局都是庶子啊，对啊，没有一个人他的爸爸是开国元勋啊。哎，那军队听谁的？就是我们就是面对这种中国传统的接班模式啊。你说哎呀，我们民主啊，一人一票，那个就是产生更民粹的现象，那就随着民粹走。中国大陆的民粹没有第二条化，一定是无力攻打台湾，那是因为共产党压着，觉得大国计划像公司一样做计划，你不要随便给我揽生意、哦、我照我的公司计划，它就是整个国家像个公司在运作啊。然后大老板是没有人挑战他的接班地位啊，他是因为他的爸爸的血统能力所接班的、啊。接下来呢？没有啦，这是我讲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要不要再开账单给美国人说我们来谈判和平统一，他不一定会啊，他这样做搞不好就像泽伦斯基一样，你是不是卖台、欸、你不要以为台湾 有卖台，大陆没有卖台啊，大陆领导 会被指控你卖台哦，可是没有人敢，现在大陆人、哦、很好玩，他只敢指控国台办卖台，他不敢指控习近平卖台。我讲的是我观察得到的、啊、对不对？所以国台办的主任只好很委屈啊，很委屈啊，被骂翻了。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平安哈、哦，跟那个安太岁也有每一年安一次嘛，对不对？我们的太岁就是安到习近平还在的时候啊。这个 ，I have no choice。就你马照跑，就要买他的健康保险。哦，这个保险费太贵了。OK， 好，今天真的谢谢三位，真的帮大家做了非常多的分析跟一些他们个人的一些观察哈、哦。那今天非常高兴大家都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给这三位主讲人最热烈的掌声，谢谢。好，那我们邀请我们校友会我们理事长，请坐。我们请问我们校友会理事长郭国华来。林莹可以先退。我们邱毅博士、郭正亮博士，还有我们蔡正元博士，每次都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从去年之后呢，前年就是我们的口碑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谢谢我们三位博士，也慎重的邀请你呢，明年来继续替我们来讲时事。那在这里呢，我先打个小广告哦，我们清华大学呢是每年的10月份。都会带一些企业家到清华大学去上课，所以我希望呢，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哈、哦，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哈、哦。谢谢各位，也谢谢三位博士，谢谢。让我们发奖状。好，我们首先要颁发给。